各位今天的嘉宾，大家午安，大家好。非常的抱歉哈，因为今天可能天气比较冷哦，所以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哦手都有点发抖，所以做的事情比较慢一点哦，所以容我们这个我们算一下哈，现在11分，3分钟以后开始好吗？再3分钟一下，好，谢谢。来宾您好，因为场地的关系，如果有人的手机需要 WiFi 的话，我现在可以送那个账号跟密码给您，有需要的话可以举个手，谢谢。清华大学两岸台湾校友会今天举办了中国20大、美国其中选举、台方地方选举后两岸情势以及2023年政经展望的这个座谈会。那当然，首先我们要非常感谢哦。其实今天我虽然是算是主持人哦，但是我比较偏向是代班主持人的味道，因为今天纵横全场是我们最受欢迎的蔡
蔡正元蔡委员，他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讲者，所以我先简单介绍他，等一下还有比较细的这个介绍。好，那非常感谢我们两岸清华校友会举办这样的活动。那当然特别要介绍我们的大家长，首先我们介绍是荣誉理事长李祖嘉女士，请大家鼓掌，谢谢祖奶奶，我们都叫她祖奶奶，对我们非常的好。那再来是我们介绍我们的理事长孙国华，维格品家的董事长，孙理事长也是贡献良多。那还有就是我们的副理事长李博文，他是我们首都客运跟台北客运众多客运的董事长。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副理事长是郭春英副理事长。那这一次的这个会议是由这个学术委员会举办，那个春英副理事长同时也是这个委员会的这个负责人召集人，所以我们特别谢谢他。那我们还有一位嘉宾是这个新竹清华大学副校长刘荣生，刘副校长，这也是我非常多年的好友，在我当清华三期这个班长的时候，他也是我的非常支持我的座上宾，非常谢谢您今天的到来。然后再来我们可能是今天的内部的这个长官就不一一介绍，因为时间的关系，那大概外部的贵宾的部分，我们今天非常欢迎我们有一些比较重量级的贵宾，我们稍微简单介绍一下。第一位是全球人寿的董事长彭腾德先生。好，我知道他们的这个 slogan 这个 slogan 其实要问一下这个彭腾德先生，彭董事长的夫人，也就是今天在场的副董事长，全球人寿的副董事长林文慧女士。因为全球人寿对于 ESG， 对于这个因为爱，所以什么？所以责任在，因为爱责任在，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说全球人寿，对于这个社会，对于各方面的一些所付出的一些努力跟关怀。那另外我看到还有天生钢铁董事长还没来。好，那中国电器的副总经理严义峰先生，严副总经理，还是之前的财务长。那再来是茂系电子的副总经理袁天明先生，严副总你好，因为我个人担任茂系的独立董事，所以那个当然也是那个内举不避亲，就把他请上了贵宾座。严副总跟董事长报告一下，说我也善待你，明年再续聘我，请坐。那当然谢谢，要感谢就是今天那个所有的这个朋友，当然其实底下还有很多董事长总经理，我就不一一介绍，那这个请原谅这个孟章没有办法这个都念完，因为这样我们占用了蔡委员太多的时间了，这个这么精彩的事情我们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那当然今天我们还有媒体的朋友，今天有这个风传媒还有中天的全程直播，我们谢谢媒体的朋友们，谢谢什么还有刚刚你要不要 Irene 要补充一下，蔡委员是有邀请自媒体的朋友来全程还有一位两岸两岸台商杂志社长是李小庄李社长，我们欢迎，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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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往前坐，大家因为天气寒冷，大家互相取暖一下好，那今天跟我搭档是这个也是我们学术委员会的这个林莹，当时也是我在三期的时候的我的财务长，但是因为我话比较多，把所有的时间都占了，让他只能微笑是吗？你要不要讲讲话？非常感谢今天贵宾在这种寒冬中寒流来的时候，大家还能齐聚一堂，因为其实风雨见真情。谢谢今天的主讲人，谢谢今天的主办人，还有在座每一位的嘉宾，谢谢你们。谢谢。
好，那我大概把今天的那个规则哈，大概讲一下哈，因为时间有所占用，所以等一下主持人我可能还要再进一步再控制一下这个时间哈。那大体上我们安排第一位主讲人就是我们今天的我刚刚讲要纵横全场的蔡委员啊，是这个时间是到3点钟，那3点钟到3点15分我们安排的 Q&A 哈。那我这边特别要补充说明一下，就是以往我们在很多政论节目啊，特别是比较有正气的正义节目啊，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哦。那但是就是说可能大家都会看 YouTube 或者是说在这些政论节目上看到，但是今天比较不一样，是在现场我们可以爱怎么 Q 就怎么 Q 啊、哦，无所不 Q， 然后他就无所不答。蔡委员是不是这样？谢谢您。好，那因为今天我们的三个来宾哦，大家在时间上的安排哦，就是说大家分别过来，也就是说不是同时间，所以这个时间上的安排上会说由蔡委员先报告完毕以后，那我们安排15分钟的 Q&A。那等到下一位这个主讲人介文吉介大使来以后，我们再把时间交给介大使。那介大使报告完毕以后呢，再由我主持人还有这个蔡委员还有介大使，我们三个一同坐下来接受 Q&A。好，其实不是我啦，我是主持，我只是串场而已哦，我没有说我要接受 Q&A。哦，介大使在这里，我刚刚以为介大使要晚一点到，那介绍一下。哦，先介。那掌声不要停啊、哦！我们欢迎我们介大使。我眼睛没有办法看这个角度，不好意思。对，谢谢。好，那接下来一样哈，就在这个郭正亮郭委员在报告的时候也是这样，结束以后就是我们四个同时上台。好，大概是今天大概的大致的 round down。好，那我现在是不是先把时间交给我们荣誉理事长，让他讲讲话。时间到这，那理事长。好，直接开始。好 ，OK， 好，那我就把这个时间先来到这个介绍的部分哈、哦。那我想这个蔡委员大家应该不陌生哦，他是台湾省云林县北港人哦。那其实蔡委员姓蔡哦，这个我本人姓蔡哦，但是我们蔡家哈、哦、比你们晚来100多年，晚来台湾100多年，同样的地方哎，是。好，那蔡委员这在去年是这个我们清华大学的这个新科博士哦。取得这个博士，清华的北京清华的博士学位，是吗？是，我也是遵命，包括蔡委员，我也是都是这样遵命。我们都知道，会不会活剥什么皮的之类的啊？我这样坐着讲好像怪怪的。哦，好 ，OK， 好。对不起，我需要看一下小抄。好，那下一页，那有关蔡委员的这个经历的部分哈、哦，主要在之前蔡委员就担任过这个国大代表啊，同时在这个2002年开始，他也担任第5到第8届的这个立法委员啊。那2016年开始，他出任国民党的这个政策会执行长，还有中央常委员跟发言人。好，那当然现在是这个媒体宠儿了哈。那大概以上是我简单的介绍，其实这个我可能这个是必须要从 Google 上去查哈，不敢打扰您，您自己自我介绍会比较快一点，那所以我把时间就完全交给您了。好，以上。好，谢谢。这个创会理事长本会理事长，然后副理事长刘校长，还有我们学术委员会的主委员，还有我们国民党实践研究院的副院长哈、哦，那么有这么多的贵宾郑源感到非常非常的惶恐哈、哦、跟荣幸，因为今天天气哈、哦、很热，才15度而已哈。12度，我刚才进来说外面15度哈、啊，那大家能够在这么一个寒冷的冬天，难得一见的冬天，大家呢来听啊郑源哈、哦，那么跟我的好朋友啊介文吉大使跟郭正亮博士一起来跟大家分析研讨目前的整个的政治经济情势啊，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谢谢。
那先由我起个头啊，这个我先跟各位报告，我们特别啊，哎，介大使跑去那里，OK， 我们要给介大使一个热烈的掌声。为什么哈？因为自从创会理事长哈李主家指示说今天要办演讲哈，我介大使就损失了很庞大的金钱金额，因为今天哈他本来是要参加啊大陆啊中央电视台年终录影节目，你知道哈那个金额是天价啊，但是哈因为他已经先答应我们了啊，这个有信有义牺牲的天价活动，还有1亿人看的节目来参加我们今天清华的活动，我们给他热烈的掌声。另外那个节目里面有个演讲者哦，也被迫不能参加，那可怜虫叫蔡正元啊，因为他说我如果参加这个没有来这个，他枪毙我，那个凶手很可怕，会开对我开88枪，那个人叫李主家。各位好朋友，我们今天要用很严肃的态度哈来讨论今天的主题，因为这个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历程很有关系，也跟我们的子孙的未来关系的密切，尤其是站在这个时间点上往前看往后看，不是拔剑四顾心茫茫，而是看到战争的阴影心惶恐。在美国的其中选举啊，幸好拜登赢了啊，拜登赢了，他就像一个快乐的老小鸟一样准备竞选连任，要竞选连任呢，他就不能够给美国人有什么战争的压力，所以他要摆出和平的嘴脸，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集团体里面他放下身段好好的跟习近平总书记呢去表示出一个中美两国从紧张态势里面还有一丝丝的缓和的迹象，给整个全世界稍微喘了一口气。虽然我们还看得到所谓的晶片战争，但是不要忘记晶片战争仍然不是战争啊，所以晶片即使打得如火如荼啊，基本上对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前途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一样的道理，中国共产党创党这么久了，在他在1920几年创党的时候，没有人相信他会变成全世界最大的执政党，因为他创党的时候只有13个人，28个党员，比我们现在清华校友会人还要少很多啊，而且里面13个人里面有很多来后来叛党当了汉奸，那竟然还能够生存下来统治全中国，现在变成全世界最大的政党，最有权力的政党，而且还是快速成长的政党。这个他们刚刚开完20大，就表示他们过去已经开了19次。那20大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就是江山归一统，不再有什么团派啊，不再有什么太子党，什么都没有，而且纯粹是一个专业化的政党。面对这种专业化的政党，他的实力、他的能力啊，以及他的动员能量，比以前会高出好几倍，这个大家要心里要有数。然后也因为他的权力集中，他可能会更加的谨慎，这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有时候一个政党里面派系很多啊，有些哈、派系多的话，就会为反对而反对，为反对而争取权力。但是如果江山归一统的时候，天下都是他的，他的思考会怎么样？比较全面，因为政就即党，党就即国啊，国就等于是人类生命共同体啊，所以他的思考会比较谨慎。另外一个也算是不好消息中的好消息，就是这一次的台湾地方选举，民进党输了，输了以后传达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讯息，他们要组成败选检讨小组，检讨小组的召集人叫郑文灿，郑文灿就公开讲，
他们应该要检讨两岸政策的论述，两岸政策的论述。所以这样的一个两岸政策的论述，就是我们先从台湾谈起，再来谈美国，再来谈大陆。所以三方面有这么一个变化，让我们好像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里面，突然之间有一丝的暖流。这一丝的暖流对我来讲，比喝那杯咖啡更加的温暖。民进党遭遇到挫折了以后，他们检讨来检讨去，他们认为国民党抛了一个口号，对他们的选票伤害很大。这个口号叫做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所以使得很多的年轻人出乎民进党原先的预估之外。因为民进党他们认为，从民调上怎么调查都发现，有六成以上的台湾民众愿意为抗中保台奋勇上战场。然后最近还调查出来说，年轻人有七成以上愿意为台湾而奋战。然后可是另外一个令人讶异的，就是台湾要募兵募不到兵。这两个很难，显然是很矛盾，也就是台湾民众在回答民调跟他的实际的行动是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距离。这个距离呢，反映在选票上，让民进党呢无法在这一次里面用抗中保台进行选举动员，他们已经发现到这个问题。而且更让民进党害怕的，最后他们中央党部跟他们的民进党政府做了一个决定，以前每一次选举都一定要在各学校里面安排返乡专车返乡投票，这一次返乡专车全部取消，高铁本来补助大家回乡去投票，补助全部取消。本来呢，长途客运也有优惠价补助年轻人返乡投票，全部取消。理由只有一个，他发现说，年轻人如果回去的话，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只好票改投国民党。所以变成这样一个恐惧症底下呢，这些全部取消。然后选后自然的会把所有选败战的责任也要归一份给所谓的两岸政策。那民进党，什么是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民进党两岸政策不是一个，不是两个，不是三个，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是一个光谱，是一个光谱啊。这个光谱里面，从最原始的要建立台湾共和国，写在民进党的党章里面，就是一个民进党的基本价值，就是台湾独立。如果不主张台湾独立，民进党不可能生存，会被其他的政党，包括时代力量以前的台湾团结联盟等等，或激进党所取代。因为我们不能否认一件事情，台湾独立这样的一个主张，这样的现象在台湾是有一定的市场。这个市场呢，少则10%，多则20%。那以目前这样的一个形态，民进党不可能去放弃这20%的选票，所以不可能从他的党章里面把建立台湾共和国的这样的一个文字拿掉。当然，他的文字是有点的比较绕了一圈了就是他们本党的宗旨是建立台湾共和国，但现在的国号叫中华民国，它有一个淡书在里面。那好，那往前他们发现说，拿党章直接出来当做竞选口号拿不到选票，至少要有基本教育派的20%选票往前推很困难，所以开始有了前途结义论，什么台湾前途结义论，什么419前途结义论。你如果翻开民进党的网站里面，前途结义一堆，但是不用去管它的细致的文字，要管它，这是一种政策的动态调整，是为了政治形势，为了选举形势而做的政策上的动态调整。换句话说，也表示郑文灿所说的要调整两岸论述，就是想要找到一个方法可以做政策的动态调整，短暂临时性的调整，在不影响长程的政治目标的前提底下，能够在2024的选举不要因为两岸的政策论述再次遭到重击啊，这是他们所要达成的一个选战的目标。可是整体来讲的话，这个任何一个政党
做一个政策动态的调整啦、啊，有时候不是自己想就能够有效果，或者自己想做就做得到，原因是要看外面的环境，外面的环境就是我们接下来待会要讨论的其中选举以及中共二十大的问题。那因为这一场麻将哦，不是三缺一，是二缺一，两大一小啊。我们这一场游戏基本上是一个很严肃的，可以用 game theory 来讨论的一个三角博弈，就是中美台。那你知道哈、哦，我们林孟章博士哈、哦，他是这个股东会的专家哈、哦，算一算哈、哦，如果我们要中美台要开股东会的话，最小的股东股份最小的刚好就是我们台湾哈、哦，所以哈、哦，我们双手举起来，双脚举起来，都无法去撼动大局。但是外面的影响力会影响到我们台湾选民的投票行为跟投票的动向，就是民进党政府以及民进党中央党部要不断的关切的话题。然后你只要看说从党章到前途结语文，接下来还有各种民进党伟大的政治人物所讲的话，包括陈水扁讲的一边一国，包括蔡英文讲的两国互不隶属，以及所谓中华民国台湾，它基本上就是这个光谱现象的，越离开它的原子教育派的党章的内容越远的话，就会有各种花絮。就像说我们出门嘛，哈，平常总该要换什么漂亮一点的西装，但是我出门还是穿牛仔裤啊。一样的道理，有些东西无法换得很干净，那实在是有时候政党在设计政策的时候会有它的先天性的困难所在。那民进党未来会怎么走呢？他们下一任的总统候选人叫赖清德，对他们来讲现在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没有他不行，有他也麻烦，没有他不行，因为民进党其他的人都已经战死沙场，或者已经送到 ICU 里面去，因为他们谁叫他们不去清华大学念书，跑到台大念书还抄论文，就死伤成疾哈、哦。这个哈、哦、叫做自作论文不可虐啊，没办法，所以只剩下他能选，所以剩下他能选的时候。他的问题在于是他被定型为标签叫台独金孙，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说，我就是毕生的志愿要推动台湾独立，但是现在还没有完成台湾独立，我必须要有个务实的态度在面对这个过渡时期。我这样解释很合理吧？合理。然后这个过渡时期的时候会有什么变动，要谨慎小心的因应。所以因此呢，在本会有一个很重要，今天没来，他跑到泰国去洗泰国浴，叫我来演讲。这个人叫洪启昌。我们启昌兄呢，当然会帮赖清德想办法跟大陆方面沟通啊。但是同样的，赖清德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在2019年他突袭蔡英文，跑出来跟蔡英文竞选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蔡英文就直接了当的跟美国人说了很多赖清德的一个很严重的缺陷，就是说他是台独金孙。美国人，如果你们支持赖清德的话，你们打了太极端的台湾牌，会使得美国卷进一场烟消无法排除的战争，所以还是支持蔡英文这个中华民国台湾是比较稳健的做法。美国人听进去了，一巴掌打下来，民进党所有的派系当然听美国人的话，因为民进党是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附属组织啊，所以其他的派系说说的话，这个赖清德就无语问苍天，我本将心向美国，无奈美国造英文，哎，所以只好悻悻然的退出那一场总统选举。但是这一次卷土重来，一个希望在2024年不要有大战争风波的拜登，拜登不是不想打仗，而是选举之前不能打仗，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前提哈。
待会我会跟他分析从拜登的角度怎么来看这一场麻将牌怎么打。那现在民进党已经看清楚了，他不晓得中国共产党会输什么牌，不知道啊，可能不出牌啊，闷声不想发大财，什么事都不做，这个最让什么民进党害怕。因为民进党很清楚2019年那一场选举他们受惠于香港反送中的暴动，这场暴动呢，因为他们下令让所有的媒体只能播映出来警察拿着枪对民众的镜头，不准播出来暴动的民众火烧地下铁的镜头，所以让我们台湾的选民都觉得香港警察不对，解放军不对，共产党不对，而不是香港的民众不对，所以台湾才会有所谓的啊这个撑香港的声音，撑香港就是撑民进党，撑民进党就是撑台湾，这个等于三合一的一个包装，在2020年把国民党打趴在地上，鼻青脸肿，到今天好像还爬不太起来。不过这一次的选举，国民党获得喘息的空间，但不表示从此前途光明啊。回过头来，那民进党在这样的一个两岸论述、两岸的宗旨以及整体的结构上，他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唯一的办法，他们会想要模模糊糊，但是他们也不可能接受九二共识，因为九二共识里面有个很重要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一个中国原则啊，两岸各自论述啊，这个基本的前提。但是民进党是不可能去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因为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就像拜登在 G20 里面所讲的，美国的拜登政府的立场，一主坚持一个中国，二反对台湾独立，三反对一中一台，四反对两个中国。那我就来说明一下，这个都构成民进党在论述上面卡住了，卡住了要脱困，只好模糊，要模糊就要找到一个耸动天文的口号，又可以动员起这个选民的热情。台湾的选民是真的很喜欢抗中保台，我们不要去忽视或者反对这样的一个声音。但是抗中保台，他面对的问题是台湾老百姓第一次经历到的围岛演习，哎，第一次经历到的飞弹飞越台北凯达格兰大道的上空，准确度刚好就飞过总统府的旗杆头上。而且连续几次演习下来，美国的军方评估为是他们所看过最近30年来唯一一次零缺点的演习，就是说找不到任何无线电的频谱，无线电的频谱只要演习有故障就会发出特殊的讯号啊，说对不起 I got down， 对不对？有某些故障，飞机不顺，船舰不顺，炮弹不顺，哪个飞弹发射不顺，他们的无线电频谱查不出来。他说美军的演习都没有办法到这么精密的字的一个情况，这表示两点。第一个，这场围岛演习已经不晓得模拟过几次了。第二个，表示他们的后勤的资源，这个对于这个机件炮弹的保养，不晓得已经到了多神秘的准备的程度。所以面对这种演习的军队，任何人要打赢的几率都不太高啊！哦，是解释。那这样一个第一次让台湾的民众发现到说，以前我以为抗中保台不必冒着精神生命的危险去打一场战争，现在发现战争因为这样到门口，所以投票的行为就会往后缩。所以这一场选举有代表这样的一个含义。那加上美国又传递出来的很多的讯息，要我们台湾打城镇作战，打城镇作战就是打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战争。那这种战争是怎么打法呢？就是女人要眼看着自己的先生、老公、男朋友战死在家门口，
老人要看到自己的儿子孙子战死在你的家门口，这个叫做城镇作战。那就问一件，台湾老百姓愿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是要在战争之前找到解决的方案，还是要战争之后找到收拾尸体的方案？两个方案台湾只能选一个，这个对台湾老百姓是相当辛苦而且残酷的一个客观的现实。所以在投票的时候，抗中保台喊不出声音来，无法表达出民调所展现出来那种勇气，所以民进党害怕了，他发现他被民调所骗。原来民调会骗人，不是民调会骗人，因为人口说的经常跟两条腿不太一致。很多的男人跟女人说我爱你，事实上眼睛都飘别人，民调的也会有这种现象，所以不要特别的去意外啊。奥巴马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要越过民调的高山，我们才能够看到遥远美丽的海洋。哦，就是政治人物就是要有这种智慧。那如果你迷信的民调，就像马英九一样，哎呀，民调六成支持要课征政首税，没有人反对课征政首税。你看所有的名嘴，包括沈富雄、赵那个谁、李涛，哎呀，所有人都主张要课征首税，没有错，课征首税，立法院没有人反对，只有一个蔡正元反对，为什么？因为我看越过高山，我看到海洋。当你政首税的方案往立法院一送的时候，股票大跌1000点的时候，每个人都转向了，开始反对课征首税啊。马英九才发现，你们不是都跟着我一起课征首税吗？怎么我课了以后，你们都跑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所以战争就是这样子。哎呀，国华兄，我们一起上战场。哎呀，大家好，大兄，我们一起上战场。每个人的慷慨激昂，就我转身去拿枪，发现他们两个都跑了。我还站在后面。这个就是一个很多国家发现战争的一个可怕的现象。就以俄罗斯来讲，要征兵30万，哎呀，俄�罗斯的民调里面80%都认为要严厉的惩罚乌克兰。就等他征兵的时候，边境挤满人，他跑了。不过还好，他们竟然还最后人靠人口多，还征了32万。那台湾的面对的战争会更加的可怜，更加的恐怖。好，理由很简单，因为俄罗斯并没有要毁灭乌克兰，但是两岸只要发生战争，跟各位保证，解放军一定采取歼灭战，但对象不是老百姓，对象是所有的党政军机构。今天12点发生战争的话，今天下午2点你找不到自由时报，你找不到三立电视台，你也找不到民视，因为都会在第一波的飞弹攻击里面已经去见上帝了。这个就是战争最恐怖的地方，你也看不到总统府。就像二次大战当时美军要打琉球战争的时候，怕台湾的日本军队干扰，直接把台湾大轰炸，2天内不多死亡5000人，而且集中在台北市，台北市的总统府早就被炸掉了，你现在看到是重修以后的总统府。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以前的武器是很差的，现在的武器跟以前又不太一样。我经常喜欢比喻，解放军的巡弋飞弹要打在2楼上班的蔡英文，不会打到在3楼上班的赖清德，准确度无比的高。那我们面对这样的战争，民进党有没有什么方案？没有。国民党有没有什么方案？没有。我们好像汪洋中的一条破船，孤零零的在波涛汹涌的海浪上面随波逐流。但没有关系，我们要知道随波逐流的海洋是谁。第一个海洋就是拜登。拜登他无论如何要确保2024年民主党总统能够选胜，不让共和党再拿回去。他现在好不容易保住了参议院，保住了他仅存的声望，唯一的缺点就是年纪太大。那他有没有更好的人选？民主党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没有。然后为什么说战争之前不要，选举之前不要发生战争？就从美国的立场来这样子的理由很简单，第一个，他们在乌克兰花了很多钱，现在还看不到结果，
而且台湾的媒体、美国的媒体不太愿意报，因为乌克兰已经输了。为什么？因为乌克兰的大军现在被围在阿特木，围在阿特木上，俄罗斯很坏，也不攻进阿特木，就围起来。共产党很喜欢讲围点打援，他只围点不打援，令人很奇怪，就是要让一大堆的军人躲在阿特木里面享受美丽的冬天。这个俄罗斯这种打法是旷所未有的一个打法，但是每一天都有100多个乌克兰军人莫名其妙的死了。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俄罗斯的军队全部占据阿特木外围的高的据点，比较高的据点。那阿特木又是两面都是山的一个峡谷的地方，那动不动就往城里面弄2个炮弹，那逼着乌克兰派军队出来要搜索到底是哪些是俄罗斯的军队。俄罗斯就要跑回去山上，然后等到乌克兰走到一定程度就发个2颗炮弹，比较莫名其妙，每一天就10个、50个到100个人，这样消耗下去，尤其在冬天，它的惨状可想而知。因为乌克兰也没有能力再往前进攻，一个没有能力再往前进攻的，基本上就等待被消灭啊，这是一个战争原理上必须面对的。那拜登呢，必须要对中国大陆摆出强硬，所以玩什么晶片战争，玩什么制裁。但是我跟各位说明，这个制裁没有一样能成功，这个是我跟大多数人看法不一样的地方。制裁，哎，对不起哦，那个哈佛大学念书教我这些冲突理论的老师叫 Tom Sheridan， 后来 他用经济学解释国际战略，他后来得到诺贝尔奖。我就是把他教我的简单的口述跟大家报告。他的理论是这样的：你 一个国家 A 国家中要制裁 B 国家有3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就是 A 国家制裁 B 国家， B 国家躺在地上不能动， A 国家没什么事啊，闻风不动，这武功高强，就像美国制裁北韩，制裁什么伊朗，都有这种效果。那第二种模式呢，就是 A 国家制裁 B 国家， B 国家没什么受到伤害， A 国家自己制裁的人啊，功力不够，被内伤，反而倒在地上爬不起来。那个模式就是欧盟现在在制裁俄罗斯，俄罗斯一副就是每天照常收钱过日子哈，照常晒太阳，但是欧盟现在倒在地上，欧洲国家的惨象问我们林孟山博士很清楚啊，股票大跌，企业外逃，然后货币贬值，老百姓冬天啊没有暖气，很可怜啊。这个就是第二个模式。那第三个模式呢是什么模式？第三个模式就是说我打你一拳，你鼻青脸肿，哎，你也打我一拳，我也鼻青脸肿，两个缠斗，就是中美问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美国每次拳出去了，哎，怎么？哎，你还活得好好的，还你还回拳回来。那其实晶片战争也是一样，晶片战争发动了，你看到说，哎呀，华为受损啊，长江存储受损啊，中兴受损，你有没有看到辉达股票跌了30%？你有没有看到啊？AMD 的股票也跌了30%，你有没有看到台积电的股票也跌了不少？不要忘记啊，这个资本呢都很大，跌个几成下来哈，不死也半条命。以后要增资的时候，问问我们林博士就知道了，成交价格就要打对折。对啊，不是低一点，低好几点啊！你好客气啊，哈，对哈，这个就是。那财富一缩水，股票一缩水，就是财富缩水。财富缩水的话 ，GDP 的动能就会不见了，啊，这是一个经济学的铁律，谁也无法逃避。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窘境的时候，总是有一方会先松手，或者互相看一看，哎，停战，好，我们互相慢慢松手。就举一个例子，川普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课征关税吗？好，课征关税，结果美国很多进口商哀哀求告，最后呢，在美国贸易代表贸这个戴奇的桌子上有26000多件申请豁免条款，啊，表示什么？美国撑不住。一样的道理啊，中国日子也不好过，但是中国的体制就是跟美国不太一样，
哎，不好过，还有党中央可以送面包啊，这是一个很特殊。但美国只会对军火商送面包啊，其他的人会相对的会很吃力哈。但是对拜登来讲，注意到民主政治说得很好听，就是政党竞争、政党轮替、人人一票、人权至上、法治治国也很好听。但是不要忘记，归诸现实就是政治人物一辈子六亲不认，只认选票。好，就是民主政治很重要的特色。所以为了2024民主党的选票，拜登必须要给他的中间选民，因为输赢不是基本的选民，不是基本的支持者，因为基本支持者都会有三成四成，这个政党才活得下去。但是要赢得选举，就输那个10%到20%左右的选票。那这些人对政治不会有那么坚定的立场，所以拜登如果没有这个选票，民主党还是会选得很惨。那这些人要的是什么？全世界毫无例外，我们称之为中间选民，或者没有政治立场的选民，或者说连总统是谁都不认得的选民，这些人去投票，完全是以他自己生活的感觉在投票。如果你告诉他说你要为台湾而拼命，他看一看，大雄你去，对不对？不是我，对，就是这个道理啊。他只关心他的生活，但是这些人是选举输赢的，注意到，他不是大多数，但是是选举输赢的人。那这些选举输赢的人的决定，拜登一定要给他们说，我拜登在美国是和平的，美国是伟大的，美国是可以拿大狼锤打中国，而且不会被中国所伤害。如果被中国所伤害，那是因为被中国一部分邪恶的共产党所伤害。哦，他会去产生这种论述，但只要老百姓日子过得不好，你在讲什么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中美之间管控冲突，听到没有？用正式的语言叫管控冲突，意思就是说，我不敢不管跟你今天呢踢一腿踢两腿，我们大家只拿石头跟棍棒，绝对不可以拿武器出来，就像中国跟印度这种打法啊。只要武器不拿出来，天下太平，我们就不会冲突。我的航空母舰偶尔跑到那边绕一绕，哎，那你如果心里有狱卒需要发泄一下，你就抓着台湾四面演习演习，我也不反对啊。所以两方面各取所需，就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和平的温暖气候，一直到美国总统投票那一天为止啊。所以特别跟大家报告我的想法跟分析。中共二十大也是没有例外，中共二十大开会之前，他们有一次19大第四中全会，就最后一次中央委员会的全会，他的全会的报告是为了准备二十大而召开，但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要点，叫做国内政治优先。国内政治优先从事后来观察，就表示权力归于一统，同时表示其他的事情不太重要，台湾问题当然没有那么重要。所以台湾问题没有那么重要，他们就会继续和平统一。跟各位说明一下，什么叫和平统一，就是不统一。好，大家不用怀疑，因为和平不会达到统一，统一就不可能有和平。那这样的一个局面呢，在台湾历史上斑斑可考。台湾从1624年荷兰人进入台湾，1635年打麻豆战争，到现在为止，总共有5次的政权更迭，每一次都是战争变动的结果，没有一次是和平变动的结果。所以，如果要政权上面有重大的变化，一定会有战争，差别只是战争有大有小，规模有海战。有时候没有陆战，有时候有陆战没有海战啊。即使说1895年，当时日本啊从三貂角登陆进攻基隆的时候，那个战争台湾整个整体啊，有人说至少死10万人，有人说死20万人，这个当然人口没有统计，我们很难去确定。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也不是台湾每个地方都有打仗啊。打仗比较激烈，就是在宜兰，在新竹苗栗，然后在云林，然后什么，在屏东，很奇怪的，大都市都没有打仗，啊，因为台北先举白旗投降，啊，
然后这个彰化举白旗投，哎呦，八卦山炮战里哦，但城内没有打。台南市举白旗投降，就是最有台独风采的地方啊。待会哈、啊，举白旗投降，所以都没有什么战争的痕迹啊。那即使是如此，也有发生战争啊。甲午战争跟台湾没有关系，但是台湾还是发生日本人的征伐战争啊。那我们不管这些，我们只是说中国人的立场来讲，台湾问题只要美国承诺不支持台独，然后台湾啊、安分守己，大概就可以平静一段时间，因为他正在整顿内部，整顿内部包括他要面对新冠肺炎以后的经济的问题的盘整要怎么解决，那么以及这个跟美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所以他现在到处在找庄脚，哈，沙特阿拉伯啦，哈，东欧啦，非洲啦，就是跟选举一样，拼命找庄脚。美国也在找庄脚，他也在找庄脚，所以一大堆峰会，简单讲，上面就是找庄脚啊。那找庄脚能够谈成什么一些协议，那另外一个一回事情。重要就是双方面认为，万一大战的时候，我总该有朋友。那最好不要搭战，能够化解也不错，但是不能不有所准备。那我们台湾面对中国大陆的一些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压力，面对美国，对台湾好像要保护，又好像要抢劫。我要保护你，但是你爱国者三型飞弹先保护我关岛，我要保护台湾，请你先把台积电三奈米的搬到美国来，确保我安全无虞。这个说法是美国比较自私的说法，相对来讲说，有必要的时候你就自己打仗。Sayonara 再见，好，简单讲就是会有这种 Say goodbye to Taiwan somewhere in time 啊，这是我们可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哈。那我们当然会很不准吧，哈，就说我们台湾经常有一种论述，我们是一个国家啊。我们有政府，我们有护照，我们有自己的钞票，我们有军队，我们的选举制度，你们怎么都不承认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还要这样整天的中美两个人互相唱和呢？我跟各位说明，有时候历史就是很无情的一件事情。我们有政府，我们有军队，我们有总统，我们有选举啊，我们什么都有，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有，我们没有领土。有啊有啊，台澎金马加上太平岛加上什么沙群岛，对不对？还有蓝屿绿岛，不是我们领土吗？不是，国际上所谓的领土就是你要证明这个房子的土地为什么是你的。大雄很清楚，房子是你盖的，土地为什么是你的啊？土地为什么是你的啊？那更糟的纠葛也是最大的风险，就是李光耀先生生前讲过一句话，他说台湾人如果不愿意担任中国人，终有一天会在痛苦中重新担任中国人。这句话说来听起来是很无情，但是也是一个可能要面对的风险。理由是什么？理由是我们认为，很多人认为台湾不属于中国，台湾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是你的根据是什么？我们也说不上什么根据。我们的根据是中华民国来台湾，但是国际法在1971年已经不承认台湾这个中华民国就是大陆那个中华民国。他认为你凭什么是那个中华民国？你根本不是那个中华民国。你不要以为拿着国旗啊，拿着国歌，拿着蒋介石，拿着孙中山，你这个中华民国就是那个中华民国。为什么？因为你统治的人民不是那个人民。人民主权，国家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权，你只是台湾局部几千万人的授权，不构成整个中国的代表性。没有中国的中华民国是假的中华民国，国际上的法律定义是这么清楚，也这么残忍。然后说领土，因为美国人不承认啊，美国人有很多政治人物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美国的法律上承认，全世界的国际法上承认。为什么？因为这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天皇投降诏书、日本降伏文书所规定的。日本人的文书跟我们的文书写的不太一样，他说我把满洲、台湾、澎湖交还给中国，听懂没有？名字 China， 没有 Republic of China。 何况他认为你这 Republic of China 是假的，不是真的，
就是我们已经面对一个很难处的一个处境，不管台湾的中华民国派、台湾共和国派都无法去处理这个问题。那谁有那个大智慧能够处理这个问题？当然不是靠假博士，靠真博士都不行了，更不用讲靠假博士。这是我们面对一个很困难的处境。所以可是我们最大的幸运是我们竟然有很长的等待时间，有很长的准备时间。这最大的悲哀是我们竟然准备不出东西来，所以这是个两难。这个两难呢、啊，我们第一关先考虑的是在2024年台湾会因为选举产生什么走向，美国会因为选举产生什么走向，就碰到对岸有一个没有20大之后就不要再有21大的一个政权，政权是国务院总理是他的，各部会是他的，军队是他的，国际事务的力量是他的。这位习近平先生他到底会成为统一台湾的康熙大帝，还是什么呀关闭自首的光绪皇帝，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呢他的决定他的想法会莫名其妙的决定我们每一个人一辈子想要自己决定的命运啊，一样的道理。那位拜登的老先生你别看他哈拉哈拉啊，他坐在白宫啊，他想什么他写什么也会写下我们台湾的命运跟所有人必须面对的苦境。那这里面我们如何在2024年之前争取到更大的空间，可能更加延长的时间，做出更好的准备，以及我们到底要到哪里去？难道要像马斯克所讲的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特别行政区，还是做民进党所讲的台湾共和国？还哪一个有可能性？哪一个代价最少？哪一个不必要让妻离子散？哪一个不要变成马里乌波尔？这是我们大家要深思的问题。以上的演讲拉里拉扎让你心里很不痛快，我只能说一声抱歉，因为这是来自历史的声音，来自很多未来老百姓要面对的处境。感谢你，谢谢。没有讲到一个钟头哎，你没有讲到一个钟头哎。好，蔡委员请坐。那我们就依照我们的 schedule 先简单进行一些 QA 啊、哦。那非常谢谢这个蔡委员蔡博士精辟的演讲啊、哦。那其实刚刚在他的这个报告当中哦，我也特别要想说，在我刚介绍的时候漏了一段哦。其实我觉得蔡委员是我很敬佩的一个史学家，因为他是这个台湾历史的一个这个编纂者，一共有三大册，我不知道各位如果还没有买的可以到这个博客来还订得到吗？在第几刷了？第5刷，中国文化。第8刷，这是台湾好像缺货，对不起，我也不晓得出版社在搞什么。连香港现在也没货，要他重新印，他们好像在忙20大，我搞不清楚。我再问问看。好。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我自己是有真正去研读这三本啊，虽然没有看得很细啊、哦，对啊，因为真的那里面很多提到，就是说这个早期到现在，包括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族啊，那些太难记了，我不知道这个蔡博士真是太优秀了哈、哦。那所以我说特别要把这件事情提出来，那跟大家分享啊、哦，不是只看看那个 Netflix 的什么斯卡罗啊、哦，这个可能这个历史。更值得真实可考。好，那好，回到这个 Q&A 上哈。那我不知道现场大家有没有问题，我们可以随时举手来提问，好不好？好，那个李博士。那个我是李光辉医师，我想。一直就要我们蔡委员过去的这个跟今天精彩的这个言论，那个江泽民有提到一个叫做一中两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改名叫中国，中华民国也改名叫中国，英文都叫 China， 然后尊重台湾的政府就是要一中两府。那这个不晓得委员你的想法怎么样，这是一个不同于
一国两制的一个想法，就是已故的江泽民先生据说在1996年有跟李登辉前总统提到，那这个一中两府会不会是一个未来的 solution， 这第一个。第二个我比较辛辣一点，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赖郭配，就是赖清德先生，当然不是跟今天郭博士了哈，有没有可能跟郭台铭配，就跟法国的左右共治一样，这两岸会不会有和平的机会。那第三个，这个你不用回答，我猜应该是有可能的，原因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成为加拿大的一个省，不是美国的一个省，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世界会很和平？谢谢。台湾既然是被国际法定位为中国主权领土的一部分，就不可能是其他国家的领土，不管是美国、加拿大、日本都不可能。只有一个条件，就中国非常衰弱的时候会有租界，会有殖民地出现，但是以现在中国的军力、政治实力，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从中国手上拿走一寸土地，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至少在你我这一辈子大概看不到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哦，就是一国两府是必定会产生的，只是那个府是什么府啊？问题就在这里哈。那全世界的这种政府的安排很多，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台湾不是主权政府哦，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我们说我们有十几个国家，那就不提了，这个，所以这个是台湾经常有人提到说台湾地位、法律地位未定论都听过了没有？就是台湾到底是谁的主权领土还没有决定，由我们台湾人自己来决定。可是大家可能不晓得，国家的领土偏偏是国家才能决定，人民不能决定。人民是先有国家，法律上先有国家再有人民，并不是先有人民再有国家。举个例子，库德族是人民吧，他能不能有国家？不能。巴勒斯坦是不是人民？是，他没有国家他就不是人民。所以通常就是你要宣布建国，有了国家组织你才会有人民。人民主权是说国家有了以后，这个主权是人民的还君主的还是议会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国家，你就没有主权，你就没有人民，是国家先于主权而产生，这一点大家必须去了解的一个历史性国际性的一个制度。那台湾法律地位未定论是不存在，有人讲旧金山合约的乱讲一通啊，一点关系都没有。旧金山合约有两个国家没有签字，是不算数，只对美国、英国。国际条约是有签字的人才算数，没有签字的人就不算数。旧金山合约，美国、英国有签字，但是两个国家没有签字，中国、苏联没有签字，所以对中国、苏联无效。无效，先跟他讲这个很重要的前提哈。那一个对中国、苏联无效的东西，你跟他讲台湾的领土一点意义都没有吧？啊，所以那台湾法律地位回定，就是旧金山合约没有规定。还有人讲说，台湾跟日本签的中日友好条约，对不起，你看到里面的条文不算数啊，他根本讲得很清楚。再来往后面呢，没有任何条文修订，就往前推。往前推就是日本天皇在1945年中午12点所发表的中战，他们叫中战诏书，我们叫投降诏书，无条件投降诏书，里面很清楚，我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就这几个字而已。即使他说的很文言文啊，就这个几个字。那波茨坦公告怎么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从1945年。在8月15号中午12点开始，台湾、澎湖、满洲就是中国的领主权领土，到现在没有改变。我们的问题就是你刚才讲的，讲对的，就是台湾当局法律地位未定论，这个事实。我们台湾当局，就台湾的政府或是任何政权机关，在国际法上笼统的没办法定位的时候，称为台湾当局。美国的台湾关系法上称的也是台湾当局。中国大陆也称我们台湾当局，就是我们的政府的法律地位未定论。那这个政府的法律地位未定论怎么处理呢？第一个是香港吧，我们不愿意啊，是马斯克所讲的另外一种地方啊，这个所谓的特别行政区吗？我想很多人不愿意啊。再来，难道是像那个什么
像习近平在1979年1月1号所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嘛，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方案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也没有讲是那个方案是什么，他只说哎呀一国两制台湾有个特别的方案，那你们台湾要什么方案你们自己来填，填完了以后我看看协调一下可不可以，所以台湾方案现在不知道是什么方案，所以无法去评论是什么方案啊。那你如果问我的话就可能有很多方案啊，历史上出现过了大家比较陌生的，以前出现过的爱尔兰方案，就是爱尔兰是大英帝国的自由邦，什么叫自由邦，就是说自由邦除了国王是你当其他都是我的，听懂了没有，有点像纽西兰，知道纽西兰对英国来讲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啊，你可以加入联合国但你投票要听我的，听懂吗，为什么，因为纽西兰的国家元首是现在叫威廉是不是，以前我们的意思叫 Queen 对不对， Long live the Queen 对不对，就是这个模式。还有呢北爱尔兰，你说现在北爱尔兰是谁领土你也搞不清楚对不对，我告诉你它既是英国的也是爱尔兰共和国的，叫双重主权，那因为双方面都签字同意，包括北爱尔兰自己签字的同意，那就定下来了。另外的波多黎各，你每次看选美的波多黎各小姐都好漂亮对不对，还有最近在那个美国全世界流行一首西班牙语的歌曲，大家听过没有，我不太会哼，哎，你会哼对不对听到了、啊、听说是去年前年全世界最畅销的歌曲，西班牙歌曲啊啊啊，对对对，是波多黎各的歌曲，有人开玩笑是波多黎各的国歌、啊、波多黎各是谁的领土，不是，谁领土，美国的领土有一种不可分割的领土，一种是随时可以分割的领土，波多黎各是属于随时可以分割的领土，也不叫特别行政区，他们叫做什么，用翻成中文最准确的翻译叫自治邦，叫 Commonwealth， 它的正式国号叫 Commonwealth of Puerto Rico、啊、然后它的国家元首是谁，是美国总统，美国总统从来没有去过波多黎各，因为要去的时候要波多黎各政府同意他来他才能来，有趣吧，那是国家元首啊，去我的领土说要、那个政府同意我才能够去啊，真的是如此啊，波多黎各人可不可以选美国的众议院议员，不行，参议院议员不行，可不可以选美国总统，不行，不行，要不要跟美国联邦政府缴税，不用，要不要当美国的兵，薪水高一点就可以去当兵，自愿的不能征兵，好，就这、就是个很特殊的一个制度啊。但是波多黎各有没有宪法，有宪法，但他的宪法上面写本宪法不得与美国宪法矛盾，矛盾者无效，那、啊、其实你看美国宪法，美国宪法也没几个字啊，美国宪法到全世界最简单的宪法了，只有7条8条 对, 不对，加上20几个 amendment 对, 不对，所以我跟他解释全世界就有这种很特殊很奇怪的制度，是历史所造成了妥协所产生的方案，那表示习近平表示说一国两制是邓老爷子定的，我没有办法去改它，但是台湾方案我可以开个小门让你走，那你要不要我们大家协商一个台湾方案啊？这个可是我们 1.5 博士的蔡总统他说不行，我反对，我是辣台妹啊，也可以反对啊，但反对要有方案啊，方案就建立台湾共和国，你又不敢讲，所以我们处于这种台湾当局法律地位未定论，啊，听懂吗？好，啊，好，谢谢，有没有答应？该谢大使了，啊，该不该我说满清十二酷刑，该混到谢大使了。好吧，因为我们等一下在谢大使报告完毕以后还是有您的场，是是是是，所以我们就、啊、来，我们刘副校长要把握时间。蔡博士，很高兴你的很精彩的论述，我是一个问题，你刚刚讲的这个很多这个方案为什么国民党有志之士不遵照蔡博士的建议寻求一个可行两岸的方案，为什么不朝这个方面走？
我们同样你是清大的校长，不能欺负清大的学生嘛。你明知道我退休了还要问说国民党遵照我，哪敢叫国民党遵照？国民党不开除我党籍我就混得不错了，对不对啊，大小，对不对？他可以代表国民党，我不选，我只是国民党的小党，你不看我国民党的党官当过那么多、啊、什么你少写了，我没有当过义务副执行长，我当过好快十几年国民党中常委啊，对，可以跟党主席校正啊，但是我们现在小党员不可以这么做。哎，他要不要听我话？我怎么知道他不听我话？对不对？啊，我只是提出来跟大家，但是时机不成熟，选举的时候也不必要去提这个话跟你哈、哦。我举个例子，很多人觉得，哎，蔡政委你到底是统派还是独派？你是本土派还是哎什么深蓝派？我说哈、哦。我是周骂派，他叫我什么派我就什么派。我怕死派。应该哈、哦，客观这么讲，我不赞成2024年总统选举国民党去谈两岸政策啊。国民党胆子还没有大、哦，前段时间我公开说，我主张各自九二共识。哦，民进党说、啊，你是国民党吗？说我主张各自九二。我理由很简单啊，很多很深蓝都听过了，听我一讲都同意我的看法。九二共识当然会各自不可啊，你搞什么名堂？是你共产党违约，这是国民党在1992年跟你共产党达成了合约，说有九二共识的话，两岸不会地动山摇嘛，往来可以买很多凤梨酥嘛，对不对？这是他讲好的嘛，对不对？嘿，民进党政府上台了，又废弃九二共识。你马照跑，舞照跳，地也不动，山也不摇，还让蔡英文收了那么很多税，可以到处去收买有的没有的。那你当我国民党是潘啊，是不是？怎么？你骗我上床是不是？啊？照道理不是我坚持九二共识，我们一切稳定，然后有人来诽弃九二共识，你叫做违约处罚嘛，对不对？你不但没有，还拍他马屁，你当我是什么？那我还当你贞节牌坊，你守着你的九二共识，我是傻瓜、啊，我是笨蛋啊！所以，各自九二共识，等到你共产党啊深切悔改反省再说。哎，好，我们非常感谢蔡委员跟我们的这么精辟的这个演讲。我想，如果他再继续讲下去，他是可以3天3夜讲不完的。我们再热切的鼓掌一下，谢谢他。我说两句哦，因为我被这个我们的主讲人点名好多次，我就是那个杀人凶手周骂哈、哦，但是我今天我就讲一句，我非常感谢这个介大使蔡委员，因为他们真的是推掉非常重要的两岸在过年时候一个中央电视台非常重要的节目哦。那节目它可以宣扬很多理念，让全国15亿人可以看到。但是今天为了我们清华，两位都为了台湾呢、啊，应该这样讲啊、希望我们台湾的人更有一些对两岸跟未来我们自己的定位跟经济有更多的概念。所以我在这里再一次谢谢蔡委员，谢谢我们的介大使，还有待会儿的郭正亮啊。那这两位是这个特别特别对我们这个微薄的酬劳，尤其蔡委员是完全两肋插刀，因为他是我们的校友，所以呢他就义务来跟各位分享这么多一个下午。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谢谢蔡委员，再谢谢蔡委员，谢谢蔡委员。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准备交给这个介文吉介大使了。那当然我还是要开始先介绍一下。好，大家先鼓掌一下好了。介大使先请坐。可能您要站着讲还是？我站着讲。好，那好。好。那我简单介绍一下哈。那介大使他是河南吉县人呢，我们这样就可以知道说他的父亲有多爱家乡哈。那这。爸爸娶的嘛，哈。我的二伯父。哦，这真是大家都很爱自己的家乡，好、哦。
那他是中华民国外交官哈、哦，非常非常的资深，从一路这样的基层这样走上来，所以等一下其实下一页我不用特别说了，因为应该是就是非常稳扎扎的，一直当到这个驻纽西兰大使的概念哈、哦。那他在国际上有一个称呼是外交官中的外交官，哦，这是非常这个受到国际肯定的一个概念哈、哦。那您好像跟侯市长是同年哦，侯那个台北县哦，侯市长，对，我特别其实要讲的是，您是国立政治大学工行系，哎，学长好，我是隔壁系财税系，学长太优秀了，这是我的荣幸，啊，怎么样？后来都占了很多那个金融圈的一些肥缺吗？哦，没有，外交其实更重要啊、哦。你有个好朋友叫黄奎博博士，特别要跟您问好。好，那他学历还包括在泰国的这个朱拉隆功大学的气管硕士班，那此外也在这个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国际关系的双硕士，哦，那也在哈佛大学跟蔡委员一样，都在这个哈佛大学都有修习过，哦，那非常的优秀。那我现在就不多讲，把时间交给谢大师。谢大师，请。李创会理事长，然后孙理事长，刘校长，然后李副理事长，然后郭副理事长，还有黄副理事长，各位贵宾，还有各位这个清华两岸台湾校友会的这些先进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荣幸哈，应邀来这边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啊。那我也很希望能够跟各位这个交一个朋友，因为清华大学是我非常这个仰慕哈，非常这个尊敬的一所这个中国的大学啊。我觉得不管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我们清华大学都是这个可以说是独领风骚啊，对两岸的贡献啊都是不可磨灭的，人才辈出，然后这个带领我们整个社会哈、啊。发展的方向非常的尊敬，所以今天有一点惶恐，所以不像我们这个蔡委员他这个可以这个非常的这个海阔天空的发挥，然后展现他非常雄厚的这个学术跟这个实务上的这个实力啊。那我比较这个公务员出身啊，比较小心翼翼啊。所以就自己在家里还做了一个这个 PowerPoint 啊，那么照本宣科。不过很感激这个蔡委员，在我之前已经把这个题目哈、啊，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哈、啊、全面性的铺陈啊，让我在后面追随起来啊，也比较可以感觉比较轻松一点。那我想我今天的题目跟就是大家应该就是同一个题目探讨的问题啊，也是大概同样的问题啊。那我因为过去这个学术训练比较欠缺，都是实务经验，那可以说是这个学校毕业以后就加入到基层公务员啊，从这个科员开始做起，那么一路这个慢慢的这个追随这个长官还有这个工作的磨练啊，那么稍微对这个事情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实务经验，所以可能谈的事情可能就是比较从实务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哈。那今天题目是有三个大的变局了，中共二十大、美国其中选举、台湾地方选举后，
两岸情势及2030的政经展望，那么可以说是由可以分成五个部分来谈呐、啊。不过这五个部分都是相互连结的，环环相扣的哈。第一个我想我今天要谈的大概就是，分成七个部分，先做一个简单的那么前言，后面我会谈一下就是中共二十大有关两岸及对外关系的一个决定，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政治体制啊，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啊，他们是比较哈、啊、计划取向、目标取向，那么跟这个民主制度的哈、啊、是随着感觉走啊，跟人民的感觉走啊，那么是比较不同的。我听一些朋友讲，我自己观察，我觉得大陆这个政治体制是比较强调使命必达的。也就是说他定的目标哈、啊、他定的整个方向哈、啊、基本上是有他的那个强制性的啊，而且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体制的一个目标设定。那我以前刚刚提到我在这个中南航空大学那时候因为课余啊去上这个气管班，那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就特别谈一个叫这个目标设定。后来我有幸被外交部送到这个哈佛，这个有幸跟蔡委员啊在同一个学校、啊、我蔡委员这个待了很长时间，我只待了两个礼拜，花了我们政府25,000块美金啊，就上了两个礼拜课，只谈目标设定。那我觉得大陆就是会谈他这个目标设定哈，因为我最近看了他那个“十四五”的整个的目标设定啊，我觉得啊。相当的佩服啊，也就是说不管在朱拉隆功还是在哈佛学的目标设定啊，他们做得非常的精准啊，因为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虽然讲说我们在台湾常常讲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啊，变化赶不上啊什么什么，那我觉得大陆计划你得认真看，你就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所以我跟各位谈一下二十大的那个有关大陆的有关两岸及对外关系的决定。第三个我会谈美国其中选举对两岸及对外关系的影响，因为倒不是说两岸对或者对美国多重要，可是问题就是说美国现在的对外总目标是怎么样压制中国大陆不要超越美国，而且能够拖得越长越好。所以当然美国其中选举是美国重大的一个政治发展，它里面逃不掉跟这个中国大陆好两岸关系的这个关联性，而且说这个关联性好越来越强。第四个我会跟各位谈台湾地方选举对两岸及对外关系的影响，我觉得这样子谈蛮好的，因为事实上有人会觉得说我们台湾现在到底对两岸关系我们还有多少筹码，我们还有多少的主导权啊，那我们社会又有一点悲观，有人问就是说两岸关系看起来玩到最后都是华府跟这个北京之间好高来高去，那么习拜会以后好里面开宗明义讲的最重要问题就台湾问题，可是谈了3个半小时没有一个台湾人在会场，也不晓得里面谈什么，也不晓得做了什么决定。这当然表面看起来我们是蛮悲哀的，可是事实上我也觉得事实上也不尽然，也就是说对于未来的两岸及两岸关系来讲的话，台湾还是具主导地位的。那为什么这样，我待会跟各位讲我的看法。那第五个就是今天要谈的，就是说台湾这三个大区块的这个各自的变化，那我们看看它互动，彼此三者的互动，那么怎么样对两岸的情势哈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影响，那么冲击在哪里。那第六点我就想谈一下2023年的政经展望，这分别是两岸以及美国哈这三个今天我们谈的主要的课题啊。那最后做一个简单的结语，不算是结论，就是一个结语。那第一个前言我就把它念出来好了，这样比较快哈。我说近6年来哈两岸情势不断恶化，那么机已到兵凶战危的地步。那若是说民进党追求台这个若是说是因为哈民进党追求台独啊所导致，那么是又不尽然。因为
蔡政权已将台湾中台独啊中华民国化，不会再正式宣布啊台独啊大功告成，也更不会有啊台独的建国大典。所以啊，这种用中华民国做挡箭牌或者自欺欺人的事的台独啊，虽然荒谬可笑，那么倒还能为两岸的和平保留一些啊暂时性的生存空间。既然蔡政权的假台独哈有暂时性的功效，我们认为它有暂时性的功效，那么为何最近两岸关系还是不断的恶化，那么战火频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那么可能就是答案就是在美国这个两岸关系的外部因素了。我认为两岸关系，台湾跟大陆之间风风雨雨70年，那么可是并没有到兵凶战危，我们总是在那个危机中哈，能够悬哀勒马，能够保持理性哈，让我们两岸的这个人民哈都可以在各自的土地上哈，那么还是很能够哈有充分发展的空间。那么这个原因，我认为现在的兵凶战危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了。那么美国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美国已经决定让台湾人上战场了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哈。那么再一个问题就是说，两岸中国人真的会在美国这位大导演的安排之下走入战火吗？这是第三个问题。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在美国的主导下哈，台湾人如何哈逃出战争，这是我的前言。那我现在可能结语会有一些比较我自己的想法跟各位分享，不过先提出一些问题跟各位大家一起来探讨。第一个就是我们先看看哈，中共二十大有关两岸及对外关系的一个决定是什么。我刚刚讲中国大陆是很强调目标设定，然后也有足够的路径图啊，就是说有目标，然后实现的方式是什么，它是比较清楚的一个政府。今天看到全世界政府可能像中国大陆政府把它的未来写得这么清楚，路径图搞得这么清楚的哈，我觉得目前看起来中国政府是警戒的，没有一个政府做得到。所以这个部分，因为它的这个达成率很高，我觉得它的计划的达成率很高，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观点，我是很认真在注意他们到底设的目标是什么。那这一次，我觉得有关中国二十大有关两岸及对外关系这个决定啊，也就是习近平在他两个多小时的这个演讲里面哈，我把它重点揭露出来，但台湾部分跟国际关系的部分啊，对外关系把它揭露部分。那两岸部分，我觉得有八点重点。第一个就是还要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与主动权。那么这个部分，我觉得会这样说，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是面临了一个主导权跟主动权哈，他认为可能被取代的可能。那并不是我认为他的这个话的背后讲的主导权跟主动权，应该不是指的台湾，应该不是指的蔡英文政府，他应该指的就是美国的政府。因为美国政府事实上目前在台海两岸关系上面，美国的动作事实上都是等于说哈，不但是哈招数非常多，而且前后的关系都很关联性很强，都是非常绵密的，一招一招的出招。那我想我们过去我们生活在台湾，起码过去的3年，从这个川普政府来，你就看到美国对台湾的态度跟做法有很大的不同。那这些都是过去没有的，所以中国大陆可能感觉有一种危机意识，会讲到说他要把这个主动权跟好主导权要抓住。第二个还是重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他认为这个是最佳的方案。我觉得在没有突发或者失控的情况之下，我想
中国大陆应该还是会坚持哈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因为这个是他对国际社会哈以及对台湾哈长久来的一个公开的一个承诺，除非你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或者说突发的情况出现的话，我想这个方案应该也是不会轻易放弃。那么在途径上方式上，他还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还是坚持什么九二共识。那么过去有人说中国大陆会不会放弃九二共识，因为九二共识事实上对两岸来讲各有模糊性，那么台湾我们讲的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就一个中国原则，可是一中各表。我们的解释就是说，一个中国在你大陆你去解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在我们台湾我们的解释就是中华民国。那大家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可以怎么样找到一个哈彼此可以哈各自自圆其说哈对内对外有交代的一个说法。那可是问题就是说，最近有一些大陆的一些变化，我们台湾方面会认为就是说，大陆已经讲明了一中各表，只有一中原则，没有九二共识只有一中原则，没有各自表述。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本来有人是讨论说，哎，可能九二共识这次哈，习近平就不提了。不过这次还是把九二共识讲出来。第四个，坚持团结台湾同胞，坚定反独促统。那么过去大陆很多说法里面哈，它是和平发展、和平统一哈。可是这个促统啊，反独促统这次放到比较明确的方面哈，我觉得是有特别意义的。那么促是表示也是有这个哈主动积极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个促的字出现哈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五个就是说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那这个部分其实习近平上来以后就提过很多次，融合发展、心灵契合。那么很可惜就是没有看到他很多具体的落实啊。那么看起来在两岸就民进党上任以后啊，两岸关系急剧的往下走的这个过程之中哈，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些所谓的融合发展或者心灵契合的工作到底落实，到底看在他在做到哪一些部分。那第六个就是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由中国人来决定。我想这个部分应该跟第一条应该有关系，基本上哈就是把这件事情哈基本上当做一个内政问题。你知道在国际上联合国是有所谓的非战这个原则，就是说国际之间任何战争都是非法的，除非你得到联合国的授权，你所有使用的武力哈来解决争端哈基本上都是非法的。国与国之间在联合国宪章哈这个成立以后哈这个通过以后，战争如果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或者联合国的追认的话，所有的战争以现代国际法来讲都是非法的。所以这里面我就可以想到，在这个联合国成立以后，用军力去攻打其他国家最多的美国哈，你实际去查它有大部分的战争哈都没有得到联合国的同意，真正获得联合国授权战争是少数，可是强权进攻里还是如此。不过中国大陆基本上它的重点才不是现在的，而过去它一直要在国际法上哈，还有在这个他与任何国家发展双边关系，他都要别的国家承认一个前提，就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将来要发生战争的话，那么从现代国际法的角度来看的话，两岸的战争哈不属于国际战争，而是属于内战。那么国际法目前对内战没有任何的管辖，也就是你国内内部如果发生动乱，你发生武力的冲突的话，那么国际法上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那这个情况之下就变成，那么中国大陆现在越来越强调哈解决他们中国自己的事情，那么这跟美国的做法正好相反。美国现在不断的要把台湾的问题哈把它提到台面上来，改变台湾的国际法地位属性，然后把两岸的冲突啊认为是属于国际冲突啊，这是两个正好在相反的一个对坐的一个相反的做法。那第六个哈，这一次
特别又提出来，绝不放弃，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个说法在这次二十大嘛，有人说在十九大跟十八大里面都不提了，十七大记得有人说还有人在提，那就是说承诺绝不，这是一个旧的说法。那么在两岸关系改善的时候，这个说法，那么中共就把它收起来。可是，在二十大的时候，这一句话又出现了，那引起外界非常大的一种震撼。也就是说，在这么重要的一个这个哈政策宣示的时候，再把这句话讲出来哈，那么背后可能显示哈，从中国大陆角度来看，两岸关系的严峻性质啊，这个是很不幸的事哈。第八点就是说，针对外部势力干涉台独哈，针对外部势力干涉以及台独分子哈，他强调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那这个里面已经把未来他对于台湾政策里面这个敌我之间的敌哈，现在已经很明确化，过去也没有讲得这么明，台独没有提到这么高的一个高度，可这次哈讲话已经把这个提出来。那所以这是大陆有关二十大有关两岸部分的一些好重要的一些决策，我觉得大概就这几点啊。第二个就是对外关系的部分，对外关系部分我也归纳了应该是八点，因为我这个里面哈有六重复了两个哈。第一个哈，大陆怎么看这个世界？也就是说，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眼光里，这个世界是什么？过去他用了一句话，大概这两年哈，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近他在这个哈二十大的报告里面，他更明确化了。他这个变局是什么？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他们这三者都在变，而且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正在展开。他认为过去的规则、过去的惯例、过去的一些哈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哈，现在都面临挑战。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主要的对手现在已经不再用传统的方式来跟中国做竞争。那么这个认知也可能反映出中国未来也可能会用他的对手的方式来回应对手给他的挑战。因为这个世界都在变，因为在变的话，以这个唯物论的观点哈，这个基本上就要随着与时俱进，那么不能墨守于成规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大陆，以大陆的逻辑哈，共产主义的逻辑应该是一个蛮严重的一个看法。因为过去中国大陆基本上在改革开放的这个哈，那么这么一段四十多年的时间哈，它基本上是愿意接受那个哈世界时代跟历史所定下来的这些游戏规则。可是如果这些游戏规则的背景已经发生大的变化哈，那么中国可能哈被迫会找寻他自己的规则，用他自己的规则来回应啊这个世界给他的挑战。那第二个就是说，他也很明确讲到，他现在反对的部分就是对他威胁最大的，那么有各种方面，他说反对逐强设垒，反对脱钩断裂，反对单边制裁，反对极限施压。事实上，世界上能够做出这四样事情的国家屈指可数，或者说只有一个国家。所以他反对的对象背后就是反对美国目前的一切对他的做法。这四个做法就是目前美国对他的逐强设垒、脱钩断裂、单边制裁、极限施压。所以很清楚，未来的这中国大陆整篇这个哈习近平的整篇的这么洋洋洒洒的没有点名一个国家，可是每一句话你都可以看出他后面的国家代表是谁。这是中国人的哲学，中国人的智慧。所以这就非常清楚了，他反对的对象是谁，他要打倒的对象是谁，还有革命的对象是谁啊。第三个就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和排他性小圈子，这里面都用了反对。反对我觉得已经是就是说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用的名词里面比较强的。那么如果回到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话，就是要打倒，就要坚决斗争，我们要斗倒，要打倒，
现在这个文用词已经比较哈，比较改变了，所以反对。可是我觉得跟共产党的传统的用法意义是相同的，就是要用词回答，也就是说，我现在反对，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阵营化排他性小圈子，讲的是谁呢？讲的是他讲的前面美国已经讲清楚了，后面就是说你跟着美国一起来对付我的这些小圈子的国家，你的不管是 AUKUS 还是四方会谈，还是你的那个 G7 还是北约，所以这个基本上敌人已经找得蛮清楚了哈。那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那么朋友在哪里呢？朋友在这里，扩大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影响力。所以这两个组织是联合国以外，可能未来中国大陆在外务上、外交上最重要要倚重的两个国际组织。那么坚定维护以联合为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那么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因为这句话是针对美国对大陆讲说，要对大陆要跟大陆遵守，就是说有秩序的啊，就是要大陆遵守秩序的国际秩序。那么这个秩序问题就是说美国没讲，美国说这个秩序什么秩序没讲，那中国大陆讲说没错，有秩序就是一定要联合国这个秩序，以联合国为中心的，那么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那其实我们学国际关系来讲的话，那么现在的国际社会应该唯一的合法性来源就是国际，就是联合国。那么另外还有联合国相关的国际组织。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现在的国际法都是成文国际法，那么而且是多边的全球性的国际法。你如果区域性，或者说你这种哈所谓的小圈子，或者说你这种哈你这种排他性小圈子所定定出来的国际规则的话，那基本上是不如联合国所注定规定。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 WTO， 它虽然不是联合国的直接机构，它有170个会员，它相关所有的法令都是大部分的国家共同制定的，那这就是比较能够认定它是一个比较能够被接受的国际法。那么联合国签订的气候变化纲要公约，也就是我们今天在治理全球暖化的这个国际法律工具的话，它也是联合国190几个国家共同制定的，你必须要遵守。另外一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是一样，它是联合国架构之下。所以我们今天讲国际法的话，你撇开联合国少部分国家制定的这些哈所谓的多边公约哈，那你应该在联合国制定的法律之下，你应该是位阶比较低的。所以这个说法的话是大陆最近几年都一直在讲的。那么坚持积极参与国际安全规则制定，那这个就谈到任何国家的核心利益就是安全的问题。那么这些部分大部分是牵涉到武器的这种重要敏感武器的这种裁撤或者说管控，还有这些方面的。那中国大陆事实上是一直都在参与的。那么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文明多样性这次在这个演讲里面讲了非常多。那么其实现在这个世界从很多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一个多元价值跟一元价值的冲突。因为一元价值就是说我这一套是放诸四海皆准，我这个标准就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标准，由我来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那西方国家因为挟住它强大的科技跟这个文化跟经济实力，过去是只在世界上放了一个标准，也就是以西方国家为主的这一套价值标准。你如果没有公开选举，你如果没有多党政治，你如果没有所谓的三权分立、五权分立，你如果没有这些所谓的法律规章的话，你如果太多的政治传统的话，对不起，你这个制度、你这个体制
就是不合法的。那这个回到文明多样性以后，我们不讲别的文明的话，我们光讲阿拉伯的文明的话，那摆在这个哈，阿拉伯大部分的国家基本上还在君主跟神权之间，那是不是这些国家他们在今天的世界上就没有生存，没有哈发言的地位呢？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因为这个世界除了阿拉伯文明或者西方文明，还有很多东方式的文明，还有很多甚至哈，你去看不同地区为了他自己的哈现实状况、历史条件所出来的不同的价值跟文明。那所以其实这个世界现在基本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心里面都被迫接受一套制度、一套标准。那很多国家接受了这个一套制度、一套标准以后，它事实上得到进步，可是很多国家也因为这一套制度跟它的传统啊差距太远了，它的国家是越来越差。很多失败国家就是因为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啊，那么也失去它的秩序，失去它的社会的平衡。所以中国大陆讲的是什么？是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这也反映出来为什么习近平两个礼拜前去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世界不是铺了红地毯，而是铺了紫地毯去欢迎他，用紫色讲啊。我想这里面这个主张哈，就有相当大的这个哈原因在里面。那我再稍微快一点讲到，这是我对大陆大概他们对两岸跟未来，我想起码管未来3到5年，中国大陆大概就是走这条路，不管是在两岸问题上，在国际问题上，大概的路就是很清楚了。那接下来就是美国其中选举对两岸及对外关系的影响。我因为这个是主要讲对两岸跟美国对外关系影响，我大概在归纳了几点哈。因为美国的体制啊是三权分立的，如果说总统不能够掌握立法权的话，基本上那么就是跛押。那美国的立法权又分成两个权，一个是参院，一个众院，两个是等量奇观的。那所有的法令都要这两个等量奇观的立法机构都同意才能够通过，所以只要有一个院，参院或众院不在总统的这个政党的控制之下的话，那么基本上按照美国的过去的历史跟现在的情况，大概总统就已经跛押了。跛押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国内重大法案的推动基本上已经丧失了这个主导权，因为大部分的法案都要两院通过，尤其重大的这个所有的法案都要两院通过，所以只要不能够同时掌握两院，美国的总统就跛押。那美国总统跛押以后，他的一个自然的反应，以过去美国20大战以后总统大概他的舞台只剩下国际舞台，也就是为了刷存在感，所以呢美国的总统会把他的所有注意力集中在国际事务上面，因为国内事务他已经可能都是他被修理的、他被羞辱的一个场域。那么什么地方可以让他刷一些正面的存在感呢？就是国际事务。那么所以呢，因为丧失国内主导权，美国的总统会转向国际政治，那么去刷一个存在感。第二个就是共和党哈，这个党在过去的时候啊，他们是反对俄乌战争的，尤其对于乌克兰哈，对着政府目前他们比较不像现在的民主党政府啊，那么去故意不见他的缺点，因为乌克兰这个政府一向证明是大概国际上腐化程度最严重的几个政党。所以呢，过去共和党在做在野党的时候就常常说，我们会不能这样子无条件的把支票开给这个腐败的政党，因为很多传言有一些援助的武器，有一些援助的这个哈金元哈，最后哈不知去向，或者甚至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所以共和党在过去在竞选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说，我们如果主掌国会的话，我们不会这么哈不加没有条件不加任何条件的给予乌克兰这个政府哈援助。所以呢，所以现在有一个看法就是说，
集中选举，因为共和党掌握了众议院，那么可能会对拜登总统支援乌克兰的各种的金援或者军援产生撤走的现象，可能会导致也是好事，就是俄乌战争提前结束。那么俄乌战争提前结束，可能对欧洲是一件好事，对美国也不是坏事，可能对我们两岸的关系可能就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因为有的时候有些这些精力旺盛的小孩你要让他有一个地方去消耗他精力，如果消耗精力的地方不存在的话，他的精力还是要消耗，那么他就会转移目标。所以俄乌战争如果提前那么美国的目标必然转移在台湾海峡，因为针对中国大陆来讲，所以对我们并不是好事。第三个就是共和党的众议长McCarthy 现在应该是他，虽然他出任还是有一点变数如果是他的话，那么应该来讲他应该会到台湾访问。那么他的来台湾访问，我觉得的效果应该是跟佩洛西来应该只会多不会少。因为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说我们今年很不幸遭逢的这个两岸的这个危机那么会随着美国新任的众议长再次来台湾我想会重演，希望后果不会更严重。第四个就是说两岸合作通过台湾政策法两党美国两党会通过台湾政策法提升与台湾的关系，并改变台湾属性的立场。其实有些人会觉得不错美国跟我们提升关系为什么不好，那么改变对台湾的属性认知为什么不好。那我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我们国际关系很重要很重视一点，就叫现状。你的现状只要去改变的话，那么一定会有后果，那么这个后果你不可能不去面对的。那美国事实上现在这个台湾政策法在上一任国会里面时间不来不及没有通过，可是呢很可能在明年初成立的新国会他就会讨论通过这个新的台湾政策法里面那么提升美国会提升对台湾关系，尤其是军事援助方面，有些来不及的他已经先抽出来先放到这次的国防授权法案里面先通过。可是呢有些对台湾属性，也就是说美国在1979年断交废约撤军的时候对台湾断交废约的时候，他是彻底否认台湾的国家属性。本来台湾是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可是美国在1979年做的决定就是说完全否认台湾有任何国家属性，独立主权国家的属性。那他就称台湾，他就说我不承认了，我不承认台湾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那么这个立场中国大陆在过去40年严格看守美国做任何的改变。那以前我们刚断交的时候以前我们在美国有大使馆，我们的大使馆在美国的华盛顿的使馆区，非常漂亮的房子。那我们的双向园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华盛它有8.5个 acre， 是美国华盛顿市区除了白宫以外第二大的一个私人产业，那个是我们大使的官邸。可是美国跟我们断交以后基本上不准设任何大使馆，你的这个双向园如果说那个时候没有保下来的话，美国以政府继承会把直接会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是我们保下来了，可是我们当时的代表机构一开始的时候美国叫什么，叫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这个名字所有的英文名字都是美国丢给我们的外交部让你去挑，你自己凑一个名字出来，然后绝对没有任何官方属性，然后呢不准进入美国华府特区。所以我们那个第一届的代表处是在华府的外围，不在 DC， 在外面，也是出了华府你管得这么严。然后 AIT 派来的所有官员在美国都先办理退休，变成没有任何官方的，然后再来派到台湾。当然经过40年美国不断的在调整，可是这一次的调整可能台湾的属性在美国来讲的话它要改变。
也就是说他要把你当做一个哈准国家也好，准主权国家也好，慢慢的往这方面调。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两岸发生战争的话，美国在国际法上他必须要认定这不是一场内战，他必须要认为这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那么他才有哈合理的用兵的、合理的干涉、合理的发动联合国或者发动国际组织哈出兵干涉的理由。我是这样的看法哈。所以这都是很多这两岸没有开打，可是相关的哈权力方哈都已经在积极的布局。那第五个就是说，美国会强化哈军售，提升快速台湾，提升台湾战力。那么以这个台湾政策法里面本来有关军售的项目哈，因为怕时间来不及，所以在去年就把它那个项目特别抽出来放在美国的国防授权法。国防授权法以我们台湾的观念就叫国防预算，就是一个国防预算法。那它非常的大，而且它还可以塞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这些哈小的 agreement 在里面。那这个最近我们报纸前两天还通过美国国防预算法，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预算，要在五年内军援台湾$100亿的军事武器军武。那这个就是显示出了美国现在这个对台湾强化台湾军力好提升台湾战力的一个急迫感。那么为什么有这个急迫感？那我只能说美国人比我们台湾人急，就是说他觉得战争比我们想象的会快。我们在台湾岛内我们可能还没这个感觉，可在美国在华盛顿他远观台湾，他可能认为战争的发生的频率是非常的高，而且时间绝对是比我们在台湾岛内来看这个问题来得严重。那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说，美国会继续将台湾的高端晶片生产线啊快速移转到美国跟日本。这个待会郭正亮郭博士啊他有一个非常精辟的有关这个，因为最近就是有关这个台积电的事情，我们国内分成两派，我也被攻击，因为我认为是很严重的事。有人说我们在怎么讲呢，在夸大其词，就是说哎危言耸听啊，唱衰台湾，没有的事我们把它讲这么严重。可是郭博士他也会提到，就是说其实关键在高端晶片。那高端晶片现在美国要的非常清楚，就是5纳米以下543，我们台湾54321，台湾就这么厉害。那这些部分基本上目前全世界的产量92%在台湾。那美国人认为这个现象不行，如果打起来的话，这个对美国的国防安全哈各方面哈，或者台积电落到大陆的手里面啊，绝对不能接受。所以现在的关键是5纳米以下的晶片要怎么做。那如果美国要把1/2的5纳米的晶片移到美国的话，那台积电会不会受影响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3纳米跟5纳米台积电各一个厂，我记得3纳米是在南科的18厂，那个月产能是45000片，可是美国现在在 Arizona 那个厂，那个5纳米一个月月产能是20000片，3纳米已经宣布了。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有一半的台湾的高端晶片被移出去的话，我们台积电呢，以现在的哈，主要靠高端晶片创造高营收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可能会受到影响。因为高端晶片的毛利是在55%，就是55%，100块我可以赚55块，这是台积电的重要的这个金鸡母。那其他的所谓的哈成熟制程晶片哈，毛利没那么高。那毛利的部分的话，所以就是说，这个我想待会你们可以问那个郭博士哈，不那个郭正亮郭博士，他会非常精彩。我讲的都是他讲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共和党主掌的众议院哈，他们已经说了，就是说明年开始他们会在中国在国会哈召开一系列的有关中国的听证会。这个听证会第一个听证会相当敏感，就要彻查新冠肺炎哈是不是中国大陆的一个
阴谋，是不是人造的疫苗，这件事要先弄清楚。另外还会针对大陆一系列，不管你是社会的人权或者各方面，你反正你觉得敏感的事，他都要一系列的听证会，那必然会造成哈美中关系哈一定会冲突更多，那么继续恶化。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对于美中科技战部分哈，那么因为它是用行政命令而不是靠法令做基础的，所以美国虽然哈现在拜登他失去了这个美国政府哈立法的主导权，可是他仍然可以用行政命令哈继续哈对大陆的高科技业进行封锁，这个部分可能只会更强不会减弱。接下来我们跟各位谈，就是我们台湾地方选举对两岸及对外关系的影响哈。那这个部分哈，我想这一次选举啊，是民进党创党以来哈最严重之一次挫败，那么而且是民进党在彻底掌握台湾所有权力的一次的政治权。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来讲的台湾的三权分立哈，事实上在比较上是比过去是比较差的情况。那么我们以最近看高虹安哈被立刻起诉哈，然后呢他的案子啊立即起诉哈，火速被起诉哈，移送法办哈，来看哈台湾的司法基本上啊可能是过去最脆弱一段时间司法独立性。那么施明德先生也特别讲了一句话，他语重心长，他说啊，不要为了一个哈高虹安的一个案件哈牺牲了我们台湾的民主，因为民主很强调就是三权分立嘛，这个是非常不容易建立的啦。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天电视台也被关了，哎，然后呢 TVBS 在被关的阴影之下，这个舆论完全掌握，然后三权完全掌握，司法立法行政几乎哈一条边的情况之下，那么民进党为什么会大败，而且是就是说他成立党也败得最他只剩下五个县市，这是过去没有的。那原因我认为哈，最近民进党在检讨，可是检讨没有检讨了半天，都检讨别人没有检讨自己。不过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他会失败的原因哈，当然长期的执政哈没有办法得到老百姓感到幸福感，或者老百姓的福祉有增加是一个原因哈。第二个就是说啊，过去的胜利很重要，靠一张牌，靠抗中保台牌。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抗中保台牌这根神主牌啊有失灵的感觉。那么民进党这次选举的时候检讨会一直在讲一个口号，主要是年轻的民进党员执政党员都说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这个口号对民进党杀伤太重，也就是说民进党没有找到一个有效的回应针对国民党抗所谓的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这件事哈，找到一个回击之道，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可是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选战标语哈，那为什么会有效？那么也就是说民进党过去抗中的这个政策啊，可能在我们这个社会啊流失了很多人的信任。那么因为抗中是手段，目的是要保台，你今天说要保台，今天台湾所有的人100%都说要保台，没有一个人不要保台，可是呢问题就是说你的方法错的话，而且就是说你在关键时候你没有展现出你保台的决心的话，那你这个保台啊这个前提就会被人家怀疑。那么这次我觉得抗中保台团神主牌失灵很重要一个原因哈，应该是被美国人害了，就被那个裴洛西害了。裴洛西把我们放到那个实验桌上去实验了一下，本来都是靠讲的，这次把它放到这个桌子上去实验以后呢，也就变成两个最大的一个让我们台湾人民非常非常惊讶也不太能够接受的，就是说大陆的这个整个军演的那三天民进党的高层都没有讲话，全部噤声，然后没有任何反抗，
而且怕刺激大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变成非常非常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基本上也非常非常的微弱的声音，再加上美国在亚太唯一的一艘航空母舰雷根号本来距离台湾大概好比如说啦600海里的话，那么这个好围台军演发什么它向后撤退了600海里，那么所以这些情况我觉得给台湾社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另外就是说大陆的飞弹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的时候，我们国防部第一时间否认，不认为有这件事。最后有网友在日本的网站上发现说日本说明明飞了好几颗为什么不承认，那这些就是我认为就是说很多事情就是说说的时候是一回事，可是你到真正考验的时候又发觉是另外一回事哈，人民会产生疑问。第二个就是民进党出现调整两岸论述的呼声，这也是这次选举我想对民进党很大意。那么提出这个呼声的其实是民进党的少壮派，那么他的年龄层比赖清德还要再轻一层，也就是说民进党内部跟国民党内部一样发生代沟问题，也就是说国民党过去变成是一个哈100%的统一党，然后你会发觉他慢慢就变成哈，他会变成他的这个哈，随着这个年龄层有不断有变化，那么你会发觉民进党如果是个台独党的话，你现在发觉他对于台独的看法跟论述也随着他的年龄层在改变，也就是说台湾社会可能对于统一跟独立哈，随着年龄层啊，那么会越来越怎么讲，越来越务实，越来为什么越来会现实，用现实的方法来看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各位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郑文灿最近的想法。第三个就是说虽然这次的选举哈有一个结果哈，可是两岸之间的这个哈整体国民党哈对于两岸的论述依旧哈模糊不清，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么希望哈任何一个政党哈对于台湾的前途攸关的事哈，他还是有一个明确的论述，敢于哈啊提出哈明确哈可以让人民哈了解的政策哈，这样子的话哈，我觉得才能够真正哈做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啊。哎，对不起。那第三个就是说，这次选举以后哈，那么本来啊几乎已经定案的哈，要义务役哈延长为一年，本来我们年轻人现在只有4个月义务役。那么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谈这个问题，那么这个义务役延长一年的计划似乎被延后。那么据我的了解，这个义务役要加长为一年是美方的意见，那么为什么会延长啊？不，为什么要延长，因为美方评估台湾的战力做出了这个建议让蔡英文政府去接受，可是现在看起来这个延长的事情啊好像有延后推动的感觉。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也可能跟我们前面谈的哈第一第二那个两点是有关的。第五就是台湾内部哈，我们现在看舆论啊，各方面各种舆论哈，那么对美国的反感及排斥感有增加的感觉。过去美国对台湾来讲，我们只认为他就是朋友，就是我们的哈救命符。那么可是呢，这种看法哈，跟这种哈对美国长期的观感哈，最近在很多的这些哈媒体啊，还有一些在我们的网络年轻世代上哈，都已经有一些改变，认为美国事实上的话，是不是在利用台湾？然后呢，美国的承诺哈，为什么哈常常是模糊的，而不是很明确的哈？年轻世代在这个网络世代的这些人啊，这些疑问哈越来越多。那么可能跟我们比较传统对美国哈，基本抱持好感的哈这种看法是已经有出入有变化了。第六个，我就认为台湾内部现在呼吁和平哈，两岸和平的声量越来越高。那当然就是长期起来，不管是国民党的哈反共抗俄哈反攻大陆的影响啊，还有这民进党哈。
台湾第一哈，台湾独立的想法来讲，那么台湾的社会氛围哈，长期以来对于中国大陆、对于共产党哈，这个敌意哈，你如果要很快的让它消失的话，是不容易的。在我们这个年龄层哈，是很难调整我们这个心态的。可是现在哈，即使是绿营的这些政治人物，也公然开始呼吁两岸和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吕秀莲总统，那吕秀莲总统还有很多，甚至一些过去认为比较独派很强的这些政绿政人，也都开起来认为和平高于一切。那个这在台湾，我认为在台湾社会的整体社会心理来讲的，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不管是蓝跟绿提起共产党的话，基本上都不能够有任何哈善意的表现。那么善意的表现在台湾始终是一个社会的禁忌。可是我觉得现在这次选举哈，可以看出来哈，你看出来这个呼吁两岸的和平声量有渐来越来越高的这种情况。那第七，我觉得就是说，虽然这种情况之下，前面这些情况之下，我觉得民进党蔡英文的这个政权啊，对于美国的依赖啊，看起来会更深。那从某种程度，什么角度上来看呢？也就是说，台积电这个迁移到美国这个案子，其实民进党可以不说话，政府可以不说话。可是问题，这个政府从头到尾主管的官员都在替美国说话，那这个其实已经跟台湾的主流的民意，跟我们台湾社会了解这个行业的，了解台湾经济的本质的，事实上是有出入的。那这种情况之下，那将来美国的政府还会有更多，不是说像台积电移迁移美国，可能美国的军援、美国的军售、美国的台湾防卫策略、美国更多的美国军事人员以便服的方式来台湾驻扎或者协助，这种情况，那么会听不到台湾政府哈，从台湾人、台湾这个土地的利益的出发的一种哈不同的声音，也就是越来越会被美国怎么样。某种程度，当然这个字有人在用，我不太用啊，就是台湾会不会被美国接管，也就是说敏感的事物是不是美国人在决定。因为你基本上你最重要的产业美国可以让你去移到美国去，那你都没有声音的话，那还有什么事情美国人不能强加于你呢？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问题了。那我最后一个这个讲的可能有一点重，可能大家也不见得这个能够接受。我认为2024大选的结果哈，将结束这一场七八十年来台海风雨的终局。就是说，我们可能离这个两岸的这个哈，1949年以来，那当然或者说从1895年了以来，两岸关系哈，可能越来越接受终局。那一个关键之点，那就是在看明年总统大选谁出任总统。这个，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认为，对台湾可能从台湾的历史来讲，明年的总统大选那是会决定我们命运哈，那个比重哈，可能是我们历届总统大选最重的一次。那这是我对两岸。第三个就是两岸情势的展望哈，我觉得抱歉，我要加快，我们郭博士已经到了，你要，我都很想听他待会要讲什么，所以我就特别在我想加快一点哈。两岸情势展望哈，我觉得我就不太引申哈。第一个哈，美国会加速武装台湾，那么我觉得表面是备战，那么实际上是出战。那么这些用什么方式呢？军售、军援、驻军。驻军是最敏感的。可是呢，美国的驻军，我跟各位报告，我大概十几年前在一个旅馆里碰到一群美国人，后来我发觉他们都是军事背景的。我说来干嘛？他说我们就是来协助哈，我们卖给你这个装备，我来协助哈，告诉你，教你们怎么用啊，帮你维修啊。我说后来我就慢慢去了解，后来那个时候我得到，但十几年前，但美国军方人员哈，便衣或者哈，大文便衣啊，
每年来台湾的人数是3000人次，已经非常非常密切了。那就是说，现在有人说，你会看到可能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可能他基本上是不穿军服的。那这个跟美国对台湾的军事状况的评估是有关系，跟他对军事状况的期待也有关系。可是呢，美国加速武装台湾这件事情啊，几乎我们不要找证据，每天都在发生，都在发。第二个就是美国会加强对台湾形式性质的支持，这个形式在政治跟外交上，形式就代表实质。我今天看到你台湾的代表，我公开称说 ambassador，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政治外交含义的一个做法。对，那你今天过去美国有5个人不能，台湾有5个人不能到华盛顿，这5个人，一个是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加国防部长，这不是，这是美国自己设的限。那你有一天看到我们这5个人中间一个公开出现在华盛顿的话，那这就是形式的改变，那么就在外交跟就被解成了实质的变化。那美国会加强对于台湾形式性质的支持，包括好观光互动频率跟层级，包括国际参与 WTO 要不要帮你提案， WHO 要不要帮你提案，提案的时候要不要推付表决，表决时候我说赞成还是反对。那么第三个，台湾的国际法地位，这次台湾政策法里面有一章节就是说，他说哦，2758号决议没有决定台湾的法律国际法律地位。2758号决议就是1971年我们退出联合国，联合国做出那个决议。他说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台湾，从头到尾没有提到台湾两个字，所以联合国对于台湾的国际法律地位是没有做定义的。那这个说法是美国过去几十年从来没有的，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开始在怎么样台湾的国际法定位上面哈开始有动作。第三个就是大陆会加深红线，踩线必报，逐步提升报复层级。那这一次佩洛西来，大陆就是认为踩了底线，那么有踩必报，那么可是呢他还不会一步到位啊，解放军哈，这个哈啊，直接哈全兵临城下，他还是用封锁的方式，然后把这个哈海峡中线的概念把它破掉，然后呢一步一步，我相信如果下一次如果再类似危机的话，还是不会解放军不会兵临城下，还是有另外一个层级的一种哈所谓的回应，我们在外交上就是一种回应，对你的挑战的一种回应，这个是无法避免的。那么大陆积极为台海战争预作外交布局及军事演练，外交布局就看习近平在20大以后参加了3场、4场、5场、6场这个高峰会议哈，那么一共见了大概40-50个国家的元首哈，这样子的这个外交的密集的这种哈出这种哈元首级接触，每一次见面的时候都有一条，就是要对方接受、承认、重申一个中国政策，这个就是外交布局，也就是未来台海发生战争的时候，中国大陆在法律战之上，它可以坚持这是一场国内的内战，跟不是国际冲突。那么这个时候国际社会、联合国、国际组织的干涉，它的法律基础存不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外交。还有军事演练，几乎现在我们国防部对于大陆军机往我们西南空域或我们的防空识别区哈，那个公布如果去看的话，大概已经是例行了，数目都是固定的，那么甚至哈现在记者都懒得报，可是这些部分呢基本上都是演练。前2天日本还公布宫古海峡10号又抽个宫古海峡过去，那出宫古海峡当然是从地突破第一岛链了，那么问题就变成那就进入台湾的东部水域了。那这些我认为基本上不排除跟台湾的哈未来的战争哈有关系。那
大陆政协会渐进式对台独的领袖及支持者实施经济制裁，政治制裁是没有的。经济制裁过去一段时间大陆已经公布了，像吴钊燮、像苏贞昌还几位台独首要分子，那么对于他及他家属做经济方面的制裁。那么最近我们一直台湾一直在比较，大家比较不希望发生的就是说 ACFA 的早收清单出现问题。不过从凤梨到莲雾到释迦到最近的食品的这些被禁我觉得完全是技术问题。那么技术问题永远低于政治问题，不会为技术问题去产生政治的疑虑，所以我认为考量还是技术的居多，那么政治的居多。那么基本上它有它比较精准的一种希望打击的对象，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些部分可能还是会增加。那么两岸关系呢，我认为会继续紧张，难见舒缓。那么最近小三通的问题，还有陆生来台就学的问题，小三通的话是我们这边政府的问题，陆生来台的问题是大陆那边的问题，所以两边事实上对于这种过去有的交流的恢复事实上都展现出一种比较被动的一种态度那么两岸因美方举措爆发危机的可能大增。那么现在两岸之间，事实上我刚开始我就认为，就是说今天两岸之间就民进党的做法来讲，没有立刻宣布台湾独立的任何的可能跟迹象。那为什么两岸关系在过去三年内不断的走向危机，走向危机了？那主要的原因还是美国。那所以呢，这种情况会继续，那么完全看美方要做什么动作。那如果说麦卡锡来台湾的话，那像一定又是一次危机。那如果说比麦卡锡更具敏感性的行政官员，某种程度破天荒的高的一个行政官员的话，那是不是又会造成另外一个两岸危机？那么军售部分，如果说在内容跟数量上跟频度上又不断的加强的话，会不会造成两岸危机？我觉得这都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大陆没法控制，很可惜的我们这边的政府好像也不愿意控制。那第八个就是两岸情势深受台湾及美国两场大选的影响，那这对我们台湾最不利的，因为就是说我们的政策跟我们的大方向跟美国一样受到选举的影响，可能每两年每四年面临一次重大的改变。所以呢今年是我们台湾大选年，美国也是要建立大选年，选举的时候政治人物只看选票，他不考虑其他的，所以可能各种言论或者各种的方式可能都会刺激到两岸的关系，或者有意的刺激两岸关系的各种动作甚至言论都可能出现。所以呢，我觉得两岸情势在两个大选在同一个时间发现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最后一点就是说政经展望，我很快的讲完，就是说我认为大陆的政权已经平顺的移转，二十大其实就象征这一点。那么未来呢，大陆当然它的方向跟它的社会稳定度相较之下是占优势的，所以它全方面的发展事实上是会比较有序的进行的。第二个就是说大陆最近提前解封是有利于经济成长，我看到这个好多报道，基本上本来国际组织像 IMF 给大陆明年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就在 3.5 左右，3.5 到4之间，美国事实上在 1.2、1.3， 最近他们还调降5个百分点，是 0.5、0.6 之间。那欧洲 IMF 从头到尾就给它是零到负，所以明年本来就是中国大陆经济上在国际组织来看就是比较优势的，那加上可是他们当时的研判还有中国封控这个因素，疫情封控，现在这个封控提前解封可能比原先很多国家的组织预期提前3个月到半年那这个提前封控那么一定会反映在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复苏上面，
所以大陆如果明年的经济成长，我今天看一个数字是大陆自己的学者讲，他认为明年是8%，他是警告中国大陆政府明年要预防经济过热，所以各种说法。不过如果认为明年的经济大陆经济是5%的话，那毕竟成为啊世界的经济的火车头，那么台湾也可能会受惠。那么第三点，我们前面也提到的，就是共和党掌握众议院啊，它强化它与民主党斗争的实力哈。那么对美国来讲，不利于美国政局的稳定，因为美国的两党政治过去哈，基本上还在有序的斗争。可是自从川普哈当总统以后，美国的两党政治哈已经在用暴力边缘在斗争了。那所以现在美国要进入了大选，现在共和党又已经得到了一个号众院以后啊，那么美国的国内的政治斗争哈，事实上又会不会失控哈，那么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那么这个是美国的部分。那么美国分割产业链去全球化的政策啊，基本上看起来没有变化的，不会改变的迹象啊。这样的做法其实可能受害最深的就是欧洲跟美国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很多国家不看好他们经济为明年的经济。那么第五个就是台积电将被迫将5纳米下先进制程晶片产品哈生产线移出台湾。那么我们郭博士待会会提啊，我想，那么他不会提，好，那我就多讲一点，就美国的 Arizona留给台积电的厂是6个厂，那么目前2个厂确定，1个5纳米，1个3纳米，另外还有4个空在那个地方。这个美国的制度跟很多国家喜欢搞文职管是不一样的，美国不会搞文职管，所以我认为那4个空下来的那个厂啊，可能迟早也要填满。第六个就是台湾的经济哈，将受惠于相较兴盛有活力的大陆经济，因为大陆可能是明年的全球经济的火车头，那么我们应该感到庆幸的就是说，我们还有41%的市场是靠大陆的市场，那个市场起码不会往下掉，不会往下降，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对我们的优势。那么2024大选将主导台湾政治议程，大陆政策将成为辩论及成败的焦点。那么我们很快就会，大家要面临这场我们大陆政策的一场大的一场啊摊牌性的辩论，那么选民也要在这个摊牌性的辩论里面啊选边。不管如何，结果是什么，我觉得都会牵涉到我们这么多年来啊两岸的一个终局越来越面近，是一个摊牌性的一次哈一次辩论。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国人将是两岸关系平顺与否哈最野的那张牌。美国这个喜欢运动，他有一张牌叫 wild card， 就是说野牌，也就是他会哈会临时会放到你这个比赛里面哈，然后去影响这个比赛的。所以两岸如果说就是我们两岸相互在处理的话，可能还有很多严维持现状或者说哈平和的空间。可是问题，现在的问题关键是美国，所以两岸关系怎么走向，其实最不可预测的就是美国。好，我最后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哈，就是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按照中国历史规律哈，两岸正朝和的方向前进。那么但是当前两岸关系深受国际政治现实的干涉，两岸若和，美国将失去制衡中国崛起最有力的一根杠杆。因此在两岸和的进程加快时，美国为首的反和力量哈亦必更为活跃，即便不能亲自投入反和的战争，亦会挑起一场两岸中国人间的激烈战争，达到拖垮中国崛起，制造两岸中国人间持久仇恨的目的。美国虽然长久以来皆牢牢控制了台湾的政府及民意，但在战火越来越逼近，维持现状越来越困难时，大多数台湾人民必然是选择和平。
愿意与大陆共同协商出一种互利共荣的两岸关系。因此，台湾人必须向全世界大声说出要和平、要两岸互利共荣的声音，并用此一标准在2024大选中投下神圣的一票，台湾才能够走出被强加战争的阴影，走向持久永续的光明未来。报告完毕，谢谢。我们谢谢谢大使的完整的论述。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那我们现在直接就欢迎我们的这个郭正亮郭委员啊上台为我们报告。那请准备一下这个投影片。对啊。那我顺便介绍一下哦，郭委员是这个。立法委员，那同时现在是媒体的评论啊，资深评论人啊，受到大家啊非常普遍的喜爱啊。当然，我们都知道，有阿亮就有流量啊，这个也是现在媒体普遍的说法啊。像现在我们这个直播，我听说已经有到3000人了，现在在线上，除了我们现场以外，好、啊，那刚刚由于时间有比较拖到哦，所以我们等一下的 Q&A 就一起进行。那我们今天的时间最后是到5:30，所以留下后面给大家 Q&A 的时间。那我现在把时间交给那个郭委员，谢谢。那我们就把握时间了，直接进入正题啊。因为我们题目是2023的展望，可是2023是没有办法展望，这个牵涉到你对2024的评判。那2024到2027，我认为是台海最危险的时候，这是多种力量交错出来，一种我们说是一种结构的情境。我的基本思考很简单，军事跟经济都是硬实力啊，那军事的实力决定国家选择的极限，那经济实力决定国家谈判的筹码，那政治呢？是软艺术啊，那你当然可以决定国家前途的选择，可是呢，软艺术只能够在硬实力的限制下运作。我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两个大国要硬搞，那小国其实空间非常小，啊，所以坦白说，2024到2027年的危机啊，我倒不认为会发生在中国大陆那边了，而是会发生在美国这一边了。就是美国他觉得时间不站在他这一边，所以他希望及早发生一些状况，这个才是台湾真正要面对的危机啊。那这个是台湾前国安局长蔡德胜讲的话，他说这几年我们都一直看到战争越来越近啊，全世界都觉得台湾很危险，但不管怎么调查，台湾还是有近一半的人认为台湾不会打仗，这就是台湾现在面临的悲哀。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台湾对国际政治军事的理解是跟世界脱节的，因为你得到的讯息很多都是错的。那你当然可以说这个是执政党认知作战的结果，可是我们的老百姓也不认真去获取比较正确的国际的讯息，所以你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现象啊，就是我们明明看到了客观存在的危险越来越严重，可是你一讲出来，那你就被立刻贴标签说你是中共同路人啊，你怎么讲出对这个美国不敬的话，对台湾不利的话，就变成这样。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啊，这是两期经济学人的封面啊，这个是2021年5月，他说台湾是全世界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这是2021年5月。这个是今年的7月，这已经直接是空军的飞机就直接在海上已经对冲了，它的标题就叫 Target Taiwan。 那我们知道8月4号就发生佩洛西来台，
然后就是回台军演。这个就是经济学人的认知啊。经济学人我认为在美国的还有欧洲英国的主流政界是有代表性的观点，这就是他们的认知啊。那我们台湾对这个没有感觉啊，没有感觉啊。那甚至于我再举个例子啊，2020年的时候蔡英文说这个共机如果超越台海中线要强势驱离，2022年8月4号共机果然超越台海中线，然后他不敢宣布啊，没有作为啊，没有作为啊。那飞弹飞越台湾领空，那他说那个叫上空不叫领空，因为超过领空定义的高度。所以这表示什么？表示你没有准备嘛。啊，可是这样的军事的状况已经开始出现，甚至于我们的国防部到现在还否认，说8月4号到5号这几天啊，到底共机有没有逼近24海里的毗邻海域啊？有没有进入金门的空域？他到现在还否认，到现在还否认啊。这个是《商业周刊》，我们台湾的《商业周刊》的一个标题啊，2027台海中距离战。那这个是2021年去年啊，这个《Foreign Affairs》的一篇文章啊。他就讲台湾的诱惑 Why Beijing My Resort Force 为什么会武统啊，决定武统啊。我跟各位讲啊，这些讯息的出现都是有客观的基础的，都不是一两个领导人说我突然改变了，不是这样。事实上两岸的互相的敌对的认知啊，还有中国跟美国的越来越恶化的互相认知，这是历史积累造成的，历史积累造成的，就是这种历史积累所形成的结构环境啊，使你想要在一年内用简单的政治，比如说我们说2024的选举，我坦白说啊，不管是民进党或国民党当选，都一样危险，都一样危险啊。这个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说明啊。美国就出现了这样的观点，这是一派啊。备战是避战的最好方法。今年8月10号，在佩洛西来台之后，他说 "America must prepare for a war over Taiwan"， 所以我们就看到台湾政策法的出笼，虽然还没通过，可是他们急着怕不会过，因为里面有太多台湾政治定位的敏感议题，所以怕来不及啊，所以。赶快在国防授权法先塞进军事的内容。那国防授权法已经过了，他5年要给100亿美元的这个无偿军援就已经开始了，然后要在台湾建立军火库也开始了，那甚至于要派官员到台湾，我不知道这个叫做什么，是上班吗？啊，反正他要派美国官员来台湾上班。那据我了解，台湾立法院也刚成立国际事务办公室，美国人即将来上班，然后他把它叫做 fellowship， 可是他要来台湾2年了，他是要干什么？他说他只挑3个领域，一个是经济，一个是军事，一个是安全。台湾敢拒绝吗？如果你是台湾是一个民主而独立的国家，你对于别的国家想要来监控你的经济、军事、安全，而且是要到你的行政部门去上班，你能够拒绝吗？那如果你不敢拒绝，这意味着什么？这可能就意味着，刚刚介大师讲了那两个字啊，接管。他可能对于你奇怪，你怎么没有照我的意思做呢？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你兵役不是要延长1年吗？怎么搞不定呢？问题出在哪里啊？军购，你弄了2年的特别预算，为什么第3年你就跟我说你没钱呢？为什么央行的外汇存底不能用啊？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我们后续就会碰到很多临界点的问题。
所以我刚刚跟各位讲啊，说你不要以为台湾的政治就可以碰这些问题，你要说很大声的 no 啊，那最后面就是角力的问题了，不是民意的问题了，是要角力的。就好比他要台积电去美国，我查了一下台积电的投资的声明啊，2020年6月，台积电发布他要去亚利桑那州设厂，那个时候投资金额是120亿，说要投资5纳米，结果到今年12月6号，台积电突然出现又出了一个声明，叫扩建计划，然后从120亿立刻增加到400亿，然后立刻说第一场是4纳米，第二场就是3纳米。台积电是一家很谨慎的公司，向来都是量产之后看实际状况再评估要不要扩建。所以张忠谋是我最尊敬的企业家，他讲，他说我们在 Oregon 投资了25年了，至今没有扩厂，因为美国不适合，不会赚钱啊，你会徒劳无功啊，这他讲的话。那为什么会捞到400亿？为什么会瞬间第一场就是4纳米，第二场就是3纳米？后来我会发现啊，美国人很诚实啊，彭博新闻在10月7号就直接写了决策过程，我们台湾政府反而不讲。他说10月9号到16号，经济部长王美花去美国跟美国商量，美国跟他说我要跟你讨论供应链弹性还有地缘政治的问题，那黄美花去了美国回来，一定是把美国的指示带回来了嘛？你就看到连台积电这样的决策，他都可以在2个月内发生这么大的改变，那你认为其他议题不会吗？这我还是跟你讲的，就是我们台湾事实上第一个要 say no 的，我倒不认为是什么宣布独立啦、修改宪法啦，让台湾没有人有对这个有兴趣啊。我们台湾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危险、最大的威胁，是你敢不敢跟美国人说 no？ 这个是最大的风险嘛，考验我们下届领导人的勇气啊。这个我跟各位讲，你不要以为只有民进党的领导人不敢说 no。我跟你讲，国民党领导人不敢说 no 也不遑多让，这才是我们的问题啊！好 ，OK。然后你看他前夜啊，他前夜讲了一句话嘛，也是经济学人讲的，他说中国对台湾的巨大的演习是一个 rehearsal， not a signal。简单讲就是围台军演就是一场预演，实际上它是准攻台行动。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布置的位置嘛，他宜兰那边也有，台东那边也有，为什么？因为宜兰就是要阻止冲绳嘛，台东就是要阻止关岛嘛，所以他的区域拒止的局都补出来了。那我们看悲观的是啊，因为美国目前的政界就跟这个 Graham Allison 他写了一本书啊，叫《注定一战》，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来的这个政治学者啊。他说中美为什么中需一战啊？第一，中国从中政府到人民都不可能同意台湾独立，愿意不惜代价防止台独，这第一个，这是中国的态度。那第二个是美国不允许对手超过自己，这是美国的态度。中美人民都越来越敌视彼此了。第三，台海的军事平衡完全倒向中国，美国不得不面对接受战败或者扩大战局到美国占上风的地步。这就是基本的逻辑啊，就中国的统一的意志越来越强大，那随着国力上升，它要落实为行动的可能性也越来越高。那美国呢？美国是绝对不准有人超过他，因为他是老大，他的专业就是打老二。所以我们最近看到日本
日本不是刚公布了那个安保三个文件的更新版吗？10年的更新版，日本就直接加码，5年内军事预算要增加到 GDP 的2%，而且要做长程飞弹，要做1000枚，直接对中国大陆的可能发射导弹的基地做源头打击，这个都已经公开了。那为了怕自己做来不及，还赶快跟美国买500颗战斧飞弹，这个是刚刚的新闻嘛？刚刚的新闻。事实上，我从这里我用了一个标题啊，这个在小弟明天的直播就要谈这个问题啊。我说这个叫做美国放日本出笼啊，因为他发现第一岛链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啊。可是我不要跟中国直接交手啊，所以我放两个国家出笼啊，一个国家叫日本，对不起啊，另外一个国家叫台湾啊。所以他就要进场来监督台湾的实际状况，然后台湾也高调宣布，我们现在做雄风三啊，云峰飞弹可以打到北京啊，我们最近也做了这个宣布啊。简单讲就是放中老虎跟小老虎都出笼。所以美国在设想的逻辑都是军事性，都是军事性，这才是问题。美国为什么会这样想？我等一下就有一个表，你们就了解了。因为美国发现第一岛链内的战争对他越来越不利，时间拖越久，那他越难以介入，所以他希望这个冲突越早发生越好，可以削弱中国的国力，或至少这个换反你崛起的速度了啊。那基本上就是这个逻辑啊，这个逻辑坦白讲我觉得他讲了一点也没错，事实就是这样。你来看这个表你就知道了，美国人认为中国的 intention 啊，认为 China seeks to replace United States as the most dominant power in the world， 他认为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强国啊。你可以看到这个美国的各个世代各种选民啊，因为上面有各种选民啊，通通都超过70%，都是这样认知，不管是沉默选民啊或者是 X 世代啊，通通都一样，通通都一样。你如果去美国的国会，你就可以深刻认知到美国政界对中国的敌意有多严重，这个是老百姓啊。那你来看另外一边，就是我们台湾的哦，这个是对中国的意见啊，哦，这个是美国了，说错了，对不起啊，就是美国人对中国有负面看法。你看，就从2018年47%啊，2018年是什么年？就是川普开始贸易战那一年。所以你可以看到国与国的互相的认知，可以因为政治人物发动某些行动，可以产生巨变。你可以看到川普从2018年47%，美国人对中国有负面看法，一路暴增到82%，82%是2022年，就现在。我们本来预期拜登会和缓川普的作为，那事实上是完全相反，所以继续往上暴增。那这个是倒过来啊，本来在2018年对中国有好感的美国人是44%，现在降到16%。这个就是中美目前的实际的老百姓的状态啊。那政界我认为是更严重啊。那这个是两岸，这个是两岸啊，这是一种不归路啊。台湾人民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重一路往上升嘛，而且这个一路往上升啊，还包括马英九执政时期。这个我坦白讲啊，这个是马英九没有处理一些根本问题的，比如说历史教材他没有处理啊，那没有处理当然就是继续往上升嘛，你可以想象那个结果。那认同中国人是最下面这一条，那认为两个都可以的是这个，这个叫做纯粹的国族认同对立越来越严重啊。统独立场，统独立场跟国族认同不一样，国族认同是你主观的自我认同，
那统独是牵涉到你对现实的判断，所以大部分的人不敢主张立刻独立，可是也没有人要统一，那大部分人都主张维持现状，这就是台湾的现状。实际上台湾的现状就是这马英九讲的不统不独嘛啊。可是我觉得赵春山老师大概在上个礼拜吧，他讲了一句话我是蛮同意的，他说2024到2027年啊，不统不独很遗憾不是选项。这个就是介大使刚讲的那个，你恐怕要对终局要选择了，他只是说那个过程你是怎么做出选择的，是惨烈的做出选择还是和平的做出选择，是这个问题了啊。因为事实上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对台湾也逐渐失去耐心了。中国大陆在2022年8月10号就在佩洛西来台之后，他刚好就发布了这个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的白皮书啊，然后他就直接写统一后要配兵来台，以前没有这句话，所以台湾的标题直接的认知是不演了、啊、不演人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说真话，都说大白话，不要装了啦，你是什么我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所以现在呢就不要演了，大家都用真话对话，所以就不要讲太多外交的客套啊。那这个就是很麻烦了、啊、这个就是这个外媒也注意到了，他说中国取消 Please do not send troops to Taiwan 啊，以前他是这样讲的，现在就不演了。为什么不演了？因为他发现啊，武统即使中国大陆打赢了，他实际上不可能不派军队来，否则是稳不住局面的，这个就是一个现实的，就他面对的现实，然后他讲了真话，就这样。所以美国也是在，你不觉得美国现在都讲大白话吗？他说你当兵4个月是不够的，你看多白啊，你的武器不够用，所以我要来你这边装军火库，对不对？你特别预算2次还是不够，所以我5年要给你100亿美元无偿军援，可是要买什么我决定，不是你决定。所以美国也在讲大白话，那中国大陆也在讲大白话，这个是我们的处境啊。而且美国大白话到都落实为行动，因为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他有说只要攸关他的国家战略利益的事情他一定做到，否则他就认输。这个坦白讲是美国人厉害的地方，所以他在讲说半导体高阶晶片92%集中在台湾，这还得了啊，全球的原油集中在中东40%就已经是美国的国安危机了，高阶晶片92%集中在台湾怎么不是国安危机？所以美国立刻出手啊，果然有效，不是吗？果然有效啊，细节我们就不讲了。但两岸的军力也是迅速失衡，这个就是绝对数了哈，这个我们就不讲了，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啊。那美国当然对于我们实际国防预算占 GDP 的比重，它是相当不满的，相当不满。我们看到他对日本要求到12%， GDP 的2%，事实上这个是北约对个别国家的要求，那日本果然立刻做到啊。他对台湾的要求是3%，他对台湾的国防预算的要求是要到 GDP 的3%，那我们到现在大概只有2.4%左右啊，所以他是不满意的。然后他对台湾的兵力的要求，他认为我们台湾兵力至少要有23万人，可是现在的常备兵力只有18万6千人，他不满意，所以你要延长1年。我觉得我们面对的是这样的压力了，都是实实在在的。那我们国防部也开始承认了，这是我们2021年国防部的中共军力报告书，
那国防部长承认了，2025年中国将具有全面攻台能力。我们国防部长竟然讲的实话，这个真的是让政府大吃一惊啊！因为美国的评估大概是2026或2027啊，结果国防部竟然说2025啊！你可以看到，他说三艘航母会拨交服役，区域拒止反介入，封锁控制台周边的能力日趋完备，尤其是075两栖攻击舰陆续成军等等等，对台湾的防卫作战形成重大挑战。这个都是原文啊，这个都是他自己写的。那他也讲到嘛，速战速决瓦解本岛的防卫体系，先夺取制三权啊，制电磁权、制空、制海。制电磁权就是制雷达了。OK， 啊，这个是我们的国防报告书，2021年，那用语也是都一样的，就是针对他说对台目前他已经有联合封锁、联合火力打击、联合登陆作战、应对外军干预的能力。下面啊，应对外军干预能力啊，这个就牵涉到美国逐渐在评估他能够介入的程度。那很不幸啊，美国做的兵推大部分都是输的，大部分都是输的，这个就是美国的困境嘛。这个是日本啊 NHK 做了一个表，他说美国跟中国啊在台湾周边的军力部署，你可以看到1999年中国的飞机是100架，然后现在是1250架，经过20年，然后美国现在是250架，然后你看航母，中国他现在这里写2只啊，因为第三只才刚做出来，那这个是军舰，这个是最可怕的，14只变成60只，那这个是飞弹，这个是美国自己的表，美国 CIS 啊，就国会的 Congress Research Report， 他的研究报告，你可以看到那个趋势啊，你可以看到我第一行用红色标的是2020年，那中国的总军舰数是360艘，美国多少？美国是297。他开始超过美国啊。那之前呢，你可以看到之前在2015年的时候，中国是255，美国是271，美国本来是领先的。所以我请问2015到2020发生了什么事？因为美国啊都在忙阿富汗跟伊拉克啊，他在阿富汗跟伊拉克就花了5兆美元啊，那阿富汗跟伊拉克当然用不到海军嘛，所以他都在做反恐武力的科技研发，比如说各种无人机啊等等，结果使得美国的作战舰的制造大幅落后中国。那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崛起呢？2018年，2018年开始，中国的军舰进入下饺子的速度的生产阶段。我看了几年的数字啊，2018到2021连续4年，中国制造的军舰超过全世界的总和，就是这样拉开的。所以你看美国怎么评估，他在评估到2025年中国就400艘，到了2030年就425艘，那美国就已经不知道怎么写了。我跟各位讲啊，我去看了一下2023年的国防授权刚通过的这个预算，那美国要制造的军舰数是9艘，因为没有办法打，没有用。你造了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为什么会很难打？因为你已经要进入第一岛链，就是进入导弹阵了，连航母都不敢进来，军舰进来有什么用呢？
那美国的一艘航母上面的人就是5000人，你可能造成的损失有多大？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布局啊，它事实上逐渐在撤到第二岛链，那决定放日本出笼，放台湾出笼啊。比如说最近美国就把冲绳的 F-15C 的两个空军中队撤走了，那你认为日本人会怎么想？日本人当然就觉得我要自救啊，不然怎么办呢？所以美国也很忙啊，日本跟台湾都很忙啊，美国就说你要赶快自救啊，要多一点武器啊。那这个就是美国人另外一种看法，这个就是讲大白话，他说 America is not ready for a war with China。 我们刚刚不是看到前面有个观点叫美国必须要准备跟中国一战吗？那这个是去年六月就有人发出这个观点，说大家要想清楚啊，要想清楚啊，这是这个作者写的书啊，《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Taiwan》的 China 啊，《Danger Zone》危险区。他怎么说啊？他说2026年啊，中国在第一岛链的军事实力会达到巅峰，可能采取强势行动改变区域内部的力量平衡。那目标是科技，科技就是台积电，你想也知道，就半导体产业嘛。那另外就是台湾嘛，台湾就是主权嘛。那美国当然知道，因为这是美国人写的。那他说，中国一旦征服台湾，将取得半导体产业的控制，释出无数船舰、导弹发射台、战机等等，啊、哦，就可以移作他用。中国可以把台湾当作基地，向西太平洋投送军力。实际上，台湾如果被中国占领，美国当然知道严重程度了，啊、哦，因为他可能就从苏澳就直接就是深水港，所以他的潜艇就可以直接进入西太平洋。这是极大的战略优势啊，所以他主张美国必须要强化台湾的不对称作战，取得移动性导弹发射权，武装无人机、水雷必须要构成在一个小时之内可以部署到任何滩头的部队。这个不就是他现在正在台湾做的事吗？他现在就发现啊，他不能把航母直接开进第一岛链，然后他要成立各分散式的基地，就是分散式的作战力啊，那可以随时聚合啊。这个不就是李喜明讲的不对称作战吗？就我跟你讲啊，台海战争有三个阶段，一个是海上作战，第二个叫登陆作战，那第三个叫岛内作战。那美国现在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岛内作战，因为他认为海上作战跟登陆作战基本上都撑不住，所以台湾一定要在岛内作战去消耗中国大陆的时间，那最好是越惨越好，越惨越好，你们就知道意思了，就是希望你打城镇战，所以才会有各种声音出现，各种声音出现。美国应强化在台湾附近的军事存在，所以美国现在的主张叫做他要广泛从日本、台湾到菲律宾成立远征前进基地，那这些基地都是分散型的，随时可以组合成作战力。所以这个作战力呢，你到时候可能会看到我们的作战力里面也有美国人，这不就跟乌克兰一模一样吗？不就是这样吗？哦，美国要考虑在台湾地区部署的等等啊，哈，这个是密利讲的，2022年4月7号今年讲的。他说他是在联邦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听证哦，所以这个是正式的立场。他说我们要提出一个概念叫 deterrence by denial， 叫做拒止性的吓阻啊。他说台湾是一座可以防御的岛屿啊，我们只需要帮助台湾人在自卫上做得更好一点啊。
要吓阻中国的最佳策略就是台湾人自己来啊，啊，意思就是他们不要出兵啊，啊，美国必会像协助乌克兰一样提供武器协助台湾，确保中国人知道，如果他们要攻击台湾，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目标。这是秘密的说法。据我了解，这个说法现在大概是美国的共识，就是要把台湾弄成另外一个乌克兰，然后要进行城镇战，进行岛内作战。我用两张图啊，这是乌克兰发生城镇战最凄惨、最激烈的乌克兰马利波巷战之前，它是一个滨海城市啊，非常漂亮的度假城市啊。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些照片，这是战后，战了多久？战了三个月，三个月之后仍然一无所有，还是战败。可是三个月对美国来讲有意义，因为它让俄罗斯它的战略目标受阻，然后让俄罗斯的名声大坏。那这个就是美国人要，他知道他不可能阻止这场战争的终局啊，可是他要用这场战争来凸显中国大陆军队的种种不适啊，而且可以在时间拉长的过程当中发起国际制裁啊，这不就是俄乌战争美国人正在做的事吗？你时间如果拉得不够长，制裁怎么会有效啊？你看制裁多久了？从2月24号打到现在还在制裁，已经快要十个月了，所以他在布什么局呢？他就我觉得台湾真的要面对的是这种问题啊，就是当美国的战略构想越来越清楚之后，你要不要随波逐流？你敢不敢跟他说 no？这个跟政党无关，我只能够说民进党说 yes 的可能性高，这我同意，可是国民党真的会说 no 吗？这恐怕是我们的问题了。所以我就说这个不是哪个政党的问题，是台湾的问题。台湾你要做怎样的选择可以安身立命？如果中局你打完三个月还是输，把自己的国家打成这样，那这个价值何在？所以最后我们再进入结论了啊，因为时间也不多了。我只在跟各位讲啊，我们还是要进入具体的时间啊。所以我说2023政经怎么展望啊？我说2023还好啦，还没有到进入危险期了。可是你要倒过来看事情啊，我们思考任何事情都要从时间倒算，因为妙算越多越有胜算。所以我说啊，2023到2024这个星星之火一触即发。2023美国会不会再来审台湾政策法？虽然说他已经把军事的项目都塞到了国防授权法，可是刚介大使讲得很清楚啊，台湾政策法里面有很多攸关台湾政治定位的条款，都极度敏感，极度敏感嘛。介大使刚刚讲到了27582决议，说跟台湾无关，这只是其中一条啊，这是其中一条啊。比如什么叫台湾，它也有写定义啊，啊，它也有写定义啊，啊，这个很多了啊。第一个，美国会不会来审这个法？虽然这个提案人已经得逞了啦，那个格拉罕他不是来台湾吗？那拿到他的波音订单了，不是吗？可是现在换了议长啊，那议长搞不好又想要再玩一次哦。这个 Kevin McCarthy 这第一关啊，我认为这个立法如果站在美国的战略高点，他可能会故意把它审了很久，因为审了很久两岸才会始终处于紧张状态，那中美也会处于紧张状态啊。第二个就是2014年1月，我们台湾就选完了。那1到5月会发生什么事？
我认为啊，我坦白说了，我认为2024年的520新任总统的就职演说，就是台湾向大陆释放讯息的最后一次机会。我认为不会有再重要的机会，所以我们谈那么多都没有用，就是2024年520台湾要释放什么讯息。好，接下来是美国众议院新任议长会不会访台，我认为他一定会来，事实上他比 Pelosi 还更可怕。他事实上还在众议院曾经提案要调查新冠肺炎的起源呢、啊，他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反中的、啊，跟 Pelosi 那面相不太一样啊。那 Kevin McCarthy， 我认为他最可能来的时间一定是休会期间嘛。那因为今年已经快完了嘛，明年他有可能来的时间就是休会，就是跟 Pelosi 一样的8月，就变成2023年8月。所以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或者是下一个休会就变成是12月，都有可能啊。更刺激的是这个啊，2024年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会访台，这是假设什么呢？假设拜登没有选、啊，那这样就都可以来了，因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可能也是州长、啊，那共和党可能是川普啊。你说川普会不会来啊？我看川普一定会来吧。为什么呢？因为对美国的政治人物来讲，台湾就是一个最容易造成全球新闻的地方，它的成本太低了，而且我们台湾又有一大堆川粉嘛，它很容易塑造那个局面啊。我认为即使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DeSantis 代表共和党选总统，他也会来，因为这个实在是太方便了，就是要来塑造一个我跟中国不好的形象嘛。那问题是代价谁受？所以我说这个时候就考虑到，因为那时候台湾已经选完了，台湾的新的领导人敢说 no 吗？我假设了，我们不要讲民进党，假设新的领导人是国民党 ，Kevin McCarthy 说他要来台湾，你敢说 no 吗？川普要来台湾，你敢说 no 吗？这个什么意思？我简单讲嘛，就美国就是要诱打，引诱的诱啊，诱中国来打台湾啊，因为这个符合它的战略利益啊。战争越早发生越好，然后你先主动，越凸显你的这个霸道，就是美国要营造的局面嘛。那他对外很好说啊，他说我 Kevin McCarthy 去台湾这算什么事啊，就是个众议院议长而已啊，你紧张什么？更何况又不同党，他是共和党啊，又不是民主党，对不对？那川普要来台湾，你紧张什么？他又还没当选。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会碰到无数次的这种悬崖边缘逼近的政策，都是在玩 chicken game， 可是这个不是 chicken game， 因为美国并没有要介入，美国是要诱他来打，这个就是这种策略的可悲可怕之处啊！不是他在打，是他要诱你来打，说你看我又越黄线了、啊，越红线了、啊，你是不是又生气了、啊？要不要来打、啊？我再讲一个更戏剧性的，好不好？如果赖清德成为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他是副总统，他可不可以去美国？这是更刺激。你要知道，美国已经通过台湾旅行法了，所有官阶的人士都可以去美国啊，只是美国行政部门要不要允许啊？那美国就说，那再刺激一点，再加码。我认为未来啊，这个介大使比我懂啊，因为他是搞外交的。他可以在外交军事上做出无限加码，不等于挑衅作战的动作，那就是要逼你动手。所以这个时候的
这时候的主导权在谁手上？在台湾手上。你台湾领导人必须敢于说不，说谢谢你要来访，哦，非常欢迎，可是我们不方便。你敢讲这个话吗？然后接下来就是美国总统大选，我估计反中还是最主要议题，而且会更激烈。那很不幸啊，因为台湾先选了，台湾一月就选，所以台湾从头到尾就会变成美国总统大选最主要的议题。所以在这里做个结论啊，我就跟各位讲，所以我们要讲政治啊，不是说台湾老百姓决定选什么，而是你要具体到他要回答什么问题。我不认为台湾的老百姓会选择我要修改宪法、改国号、宣布独立，没有这回事啊，没有人要搞这种事。台湾事实上未来最危险的问题都是啊，美国要进来，你敢不敢说漏？是这种问题啊，大家不要搞错啊。所以是台湾面对大国要逼你做出更刺激性的动作，你有没有这种魄力说我有不同的想法，我敢跟你说不？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问题啊。谢谢大家。我们谢谢郭委员。那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我还是跟大家抱歉一下哈，因为今天的活动非常的精彩哈，那这些主题都是很重要的，我还是请我们三位主讲人上台，我们接受 Q&A。不是你讲吗？拷问啊，一定要拷问一下。那个麦克风在桌上有。然后我坐这只右边好了。郭委员有没有麦克风？各位把握机会啊，三位同台可以面对面的请教，这个辈子大概就这么一两次哦，很难哦。所以我可不可以抢个话题请教一下介大使跟那个郭博士和李光辉医师，有没有可能请蔡英文总统飞到普丁那边去，说要把我们的农产品跟渔产品，先等一下好不好？不，对不起，请尊重主持人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没有开始哈。我们这个会哈，我们可以延长到6点钟，所以我们足够时间。我在此只是跟各位三位主讲人讲说，是不是很冒昧，在这个干扰一下时间？不太方便，有晚餐吗？啊，有啊，当然有啊，有祖奶奶在这边，不会没有晚餐啊。所以来等一下吃铁板烧。好，那不好意思哈。好，那我特别提一下哦，那个特别在这一次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啊之前哦，我曾经看到这个我们亮哥哈，针对这个所有县市哦的一个预测哦，我发现实在是太厉害了，它的准确度几乎高达10%，只差一个地方没中而已。最后100%中。可是我那时候听到好像金门，你猜的是？我没有办法猜。哦，你反正那个无党籍跟国民党是差不多的意思啊，哦，所以你看100%，要不要给个鼓掌？好，那因为刚刚那个介大使跟您的这个演讲比较内容哦，非常的仔细，所以占的时间也比较多一点，所以刚刚我们的 Q&A 有跳过一段哈。所以有些部分可能要等一下也要请您多多再发挥一下。那待会的这个 Q&A 哦，我们就是说现在 Q&A， 我们等一下你们可以指定看是有哪一位，或是说指定全部立即都可以回答。好，有发问的优先来。哦，没有发问过的优先。好，没有发问过的优先。所以这个李医师稍微等一下。好，来，我们现在举手。好，来这位。各位好，我是前新闻局长钟晴。局长好。那刚才听了郭博士哈的演讲，我有一个问题。那因为您通篇都是说，其实台湾当然它有一个机会可以表达自己的立场，但是背后决定的其实是中美两大的力量。那么有没有可能因为？美国他现在的策略，你叫右战的策略，其实大家都看到，那我相信北京也看得非常清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是提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解放军他就利用一种擦撞摩擦的方式，针对的对象就是他真正的对方，就是美国，就是在军事上他不是，当然不可能用宣战的方式，但是有没有可能用军事摩擦的方式直接面对美国？因为美国现在他自己评估的弱点就是他的军力，他没有办法，他不愿意直接跟中共对冲。我主要是这个问题，谢谢，而不是针对台湾。我知道。你刚刚讲说是故意布局的冲突了啊，那我认为美国会闪开啊，美国会闪开啊，那。因为他的目的不是真的要出兵来跟中国对战了，他是希望两岸战争能够消耗你的国力嘛，啊，因为目前美国啊，如果美国真的笨到说让北京可以轻松出手，那雷根号航母就可以开进台湾海峡，他事实上没有来啊，而且他大部分都是行驶在公海。台海中线偏台湾这一段，他也没有偏中国大陆那一段了，那你可以看到他所谓的逼近大陆沿海的侦察飞机啊，我们看来看去都是侦察机啊，我们没有看过战斗机啊，更不要说轰炸机啊，所以事实上懂军事的人是很清楚知道美国那个底线是防得很紧的了，就他不要跟你发生冲突，军事上，啊，可是他希望中国跟日本还有台湾赶快打起来啊！大陆也没有办法。不，这个我知道。我跟你讲啊，那个钟局长，这个就是考验中国大陆的战略耐性啊。这我当然知道，我也知道他看得懂啊，可是他就是会步步进逼嘛，啊。啊，比如说赖清德如果去美国，那这个恐怕是空前的嘛。就我一定会出一些招啊，超过你的预期了。那到时候你要怎么去管理你的战略的韧性呢？是这一类的问题啊。谢谢。还有没有？哎，后面最后面这位小姐，苏社长。难都认识，抱歉，我太远了，没看到。三位主讲人你好，这个刚刚其实听完三位讲，我有一个感触，就是其实不管2024，我们投的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对于两岸之间的冲突是没有办法有任何改变的。那我比较好奇的问题是说，既然不管投给谁都一样，那我们身为住在台湾的台湾人，我们要如何去改变这个可能发生冲突的未来？因为不管投给谁，结局是一样的。那我们还有第二条路可以选吗？或者是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表达说，我们希望两岸是和平的，我们不希望走入战争。但不管投给哪一党，面对战争这个选项，似乎是个无解的问题。这个问题好像问了三位都要答的样子。请三位回答，不好意思。我是国民党里面的嘲讽派。第一个哈，投给国民党跟投给民进党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如果投给国民党，中国大陆会觉得还可以再拖；投给民进党，中国大陆会觉得没有必要拖。差别是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第二个，这个国民党啊，该怎么作为？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总统候选人可能是谁，啊，所以他的想法以及未来拟定的政策，一定会跟现在的朱立伦不一样。那既然会不一样的话，那等到总统候选产生了以后，再来评估会比较实际。那因为民进党总统候选已经确定了，是赖清德。所以刚才这个郭正亮兄啊讲的分析呢、啊、就非常的深入，那你总不能叫我去判断说一个还没有出现的人他该长得什么样，是有点困难。
这个我觉得国民党的领导人是有可能在几个美国的要求下说部分的 no 嘛，或者是他会设法去跟中国大陆做地下的沟通嘛，这两个都有可能啊，所以就有可能不地上啊，那夏立也会去沟通，那啊对了，夏立也啊，不因为民进党基本上跟中国大陆所有的沟通管道都断了，那彼此不信任了，所以这个问题很容易恶化，这是一个现实状态。可是我并不保证国民党的领导人碰到这个情况就可以说 no， 因为美国会给他很大的压力。美国对台湾是有很多筹码的啦，各位可以去想一想，为什么连台积电都要在两个月内改变决策？台积电不够大吗？那世界第一大，对不对？那国民党的总统算什么？搞不好他也只赢一点点啊，那搞不好到时候就有50万人上街头抗议示威啊，你认为可不可能？当然有可能了，就搞统独嘛，就逼你要服从美国的想法。所以我说这个真的是考验领导人的决心啊，可是一定要有好几关要一定要过了，那2024年是最关键，就是他从1月当选一路到11月都相当不平安啊，就是我们未来下一届的总统候选人当选人啊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喂，就是说我们讲说我们现在讲说我们能做什么，因为政党基本上我觉得它的轨道上在运行啦，而且我觉得政党基本上它有自己的利益的考量，那就变成就是说我基本上是认为台湾的政治体制好跟建制的这种政治组织啊，我是不太寄予厚望的啦，跟那个这个国务院大概比较相信，而且你很难改变它了，就是说现在的政党基本上是自以为是追着民意走的，基本上他认为是追着民意走的，那么意识形态事实上是我认为是逐渐在弱化了。民进党大家都知道现在搞假台独嘛，对，然后国民党呢就是说不敢表明自己身份嘛，就搞得自己模模糊糊的，那出发点都是想要去揣摩这个民意，跟这个民意走，所以我觉得最后在台湾社会还是民意的展现比较重要。那可是台湾这个社会基本上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温驯的社会，民众事实上虽然被赋予了很强的政治权力哈，可是民众是非常非常温驯，然后还是有这种哈余悸犹存啊，不敢在政治上啊做比较大的一种表态跟动作跟集结的，那政党的带头的话都会很容易被这个政治势力给吓到，而且这个政治势力只要稍微好略施小计啊，比如说查查水表啊，然后呢关几个电台啊，台湾的老百姓就驯服成一片啊，每个都怕自己变成政治的受害者。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政党基本上对于民众的话应该是纸老虎，只要能够集结足够的民间的力量的话，你展现出一种哈声音的话，应该我觉得会是有影响力的。可是政党不会去对民意去塑造，倒是说我觉得民间的力量反而可以去塑造一种民意的一种走向。那么台湾能够改变的，我觉得现在机会比较大是民意，不是政党。那这一些机会现在已经释放出来了，也就是说老百姓会越来越觉得这两个政党都没考虑到我的福祉，那么可是我的前景越来越灰暗，我起码我现在我看到的问题，台湾看到问题是挑战负面的比这种康庄大道一个可预测的未来来多得多了。那我自己的选择我会觉得我觉得要让这个社会能够或者说整个的这个
对岸还有整个国际社会会看到台湾有一种期望和平，希望两岸能够理性解决冲突的一种声音跟一种力量。那我就觉得说，我这力量很小，我怎么可能展现出来？不过我自己因为过去在这个政府机关服务了30年，你越在组织里面，你会觉得自己越微小，你觉得自己越无力。所以人要摆脱到这个组织还有这种所谓的你这种放在盒子里面的思维，你走出来以后，你发觉哇，这个社会尤其新媒体的出现其实任何的平台现在的平台都已经变成什么，就在你隔壁了。你要不要用这个平台，用你的力量把你的声音展现出来？那你说能不能沟通？像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自己的感觉啦，我说我以前跟中国大陆是毫无沟通的，我觉得大陆离我非常遥远。可是我因为我自己发觉沟通平台的便利性而且它的门槛越来越降低我最近有的时候跑到大陆的这个叫什么我不是微博，我是那个什么叫什么它的今日头条，我就发觉我上电视很多片段都他们截起来，都被他截录放到那个今日头条里面去了。那我说这不是达到我的目的？不用，我是不在乎，我本来也没有什么谋个人牟利的。我觉得这个平台不是一个很好嘛？我可以沟通，我可以把我的声音借助这个平台，它自动把你放上去。那我就在传播的大部分是两岸能够和平的一种讯息。那么我认为我的声音有一点点可以对台湾有帮助的，就是说至少让大陆的人民跟他的政府不要完全对台湾绝望。我也是透过一次会议，我跟大陆的对面是，我就告诉他们，我说台湾支持台湾独立的没有你想象那么多，希望两岸和平希望两岸和平发展，两岸分久必合的人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少。那我觉得这些的讯息那对谁有利？对我们台湾有利，就是必须把我们台湾不同的声音要表达出来，那么能够透过不同的平台让大陆让他们感觉到。那么将来我想 我今天听了两位这个先进的演讲，我非常感动。我希望将来我们能够再用，因为两位都是留美的，这个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语言，我们可以用英文，再用英文的方式把我们的看法，今天的看法再继续表达给国际社会。要不然前两天我参加一个瑞士人搞的一个活动我就发觉他们对台湾带了充满偏见的角度来，他带着立场来到台湾，那我当场跟他花了2个小时跟他们沟通，我觉得有效。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发挥自己力量可能是最实际的。当然2024的选投票要跟郭委员是真的是看法一样，真的是台湾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那么2024以后可能很多发展都跟我们2024的那一次选择会密切相关。谢谢。我觉得讲的主持人可不可以讲点话？不行啊。那位先生来，金先生来请。谢谢这个三位主讲人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三位主讲人都提到说2024是一个关键，而且都是以武统最大的机会那我可不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说习大大大一统以后，他其实攻台反而增加他自己的一些所谓的这种风险，所以有没有可能说去改用譬如说类似经济的方式，而不是一定是用军事的方式？也就是说譬如说他现在禁止台湾输大陆越来越多，然后到最后完全以经济封锁台湾作为逼迫台湾弹劾，而不见得一定是以军事作为唯一的手段。谢谢。
经济制裁啊，通常效果都是相反，你会使被制裁的对象更坚定他的意志。你看伊朗嘛，你看北韩嘛，结果呢？结果是伊朗更坚定革命主张，北韩更坚定反美。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政治的意志啊，实际上我们练政治哲学就知道，政治意志不是利益可以决定的，是力量决定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力量就是军事了。那重点是北京又不想打这场仗。我坦白说了，我认为中国大陆2023、2024根本就不想引起两岸的冲突了，他根本没这个想法。他所讲到的2027要准备好武统的能力，这是客观条件嘛。那中国大陆也没有说他要打，那个是万不得已的状况嘛。那是美国从他2027会拥有这个客观的能力，他直接得出结论说他必然打你，必然打你是美国讲的，中国大陆没有讲啊。因为你刚刚已经讲了嘛，就是武力发生之后，你的善后就会非常的麻烦嘛，这个他当然知道了，所以我认为他不会轻易动武了。可是关键就在美国嘛，我又跳回来美国了，就美国就会不断的做动作，做到你受不了。那你制裁台湾有什么用啊？因为发动者是美国啊，不是台湾啊。而且我也不认为中国大陆会去采取经济制裁的手法，因为事实上跟他经济有往来的人反而是希望两岸和平发展的人啊。那你不是打到自己的支持者吗？对不对？希望两岸和平的人就是比较常往来的人嘛。所以你越制裁，独派越高兴啊，美国也越高兴啊。所以我不认为他会中这个招啊，我认为他会用力量来表示他的不同的看法。啊，可是这个就像钟局长在提的嘛，说这个力量用什么方式来表现啊？坦白讲，我不知道。那钟局长是说他会不会布个局来跟美国对撞一次？让美国知道说你不能这样搞我。总之啊，谁出手啊，要去找源头了，你找台湾是没有用的了。哎，大概是这样。有没有补充？好，社长来。我稍微讲一下，我是觉得我看法跟那个郭委员蛮像的，就是说啊，这个出手是美国。可是我们都太低估美国了，美国这个国家啊，真的不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美国人基本上非常科学的，还非常有系统，而且从事任何的这种哈、啊、国际政治啊，最专业。我认为美国要让打起来的话，你不打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只是说他在挑那个时间、挑那个方式而已。美国人常常讲说，我们工具箱有的是工具，我随时要动哪个工具，我有工具不是一二十项，我有一两百项，看我怎么用这个工具。那么全世界被美国人这个哈、啊、除掉的政权啊，多如过江之鲫啊，把你颠覆掉的政权非常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够低估的是，倒不是中国大陆，我觉得不要低估美国的能力啊。谢谢三位今天精彩的演讲。其实我每天看新闻大白话，你们天天听你们的演讲，但是本尊比你们在电视更精彩。谢谢。我有一个不同的思想请教谢大师。台湾的问题不在台湾手上，不幸的不在台湾人手上，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台湾的问题是领土的问题，不是什么民族等等，领土的问题。
从历史上来看，解决领土的问题只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战争，一是金钱。可是例子比比皆是，你看密西西比买来的，墨西哥打来的，所以解决领土只有两个问题，战争、金钱。我们看最近的一个例子，东西德的 unification， 西德付了超过2兆，到今天还在付，我想谢大师应该很清楚。所以我的问题像是战争大家都不希望发生，那话是 alternative 钱嘛，2兆能不能买到台湾的避免战争，2兆能不能避免中美的战争，2兆美金好，2兆人民币，反正一个大数目。我想请教谢大师，战争大家都不希望发生，美国现在需要钱，2兆能不能解决中美的问题？我是觉得两岸哈基本上缺乏创造性的思维了，大陆也没有，台湾也没有。其实我们大陆讲的是统一嘛，对不对？那么在欧洲讲的叫整合，其实欧洲人已经搞统一搞了70年了，那么事实上他们都受惠了。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哈。其实中国传统是没有主权观念的，中国传统只有这个哈，这个中央地方政府的，没有什么主权观念。可是现在两岸的对立基本上是夹在欧洲人的主权观念之上，那你就要回到找欧洲人的模式，怎么解决这个主权的僵局了。因为我们台湾，我的意思，2兆能不能买到中美的和平？我认为买不到，我认为买不到，不是钱的问题。对台湾，对台湾人来讲的话，基本上两岸统一的，基本上就是说，这是一个输赢胜负，谁主导，谁被支配的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不幸的，我第一个前提，台湾在这个过程没有发言权，很不幸。刚刚其实郭委员提到一个发言权的问题，就是说哈，你要不要对美国，就是说 say no， 这个就是一个发言权。那么事实上的话，台湾如果对美国开始 say no 的话，美国的整个方案就被打乱了。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我认为郭委员一直提到一个关键点，就是台湾人在两岸，在美国要主导两岸局势的这个局里面哈，台湾人其实掌握了最大的一个发言权，就是对美国 say no。 因为现在局势不是对大陆 say no 会影响我们的前途，对美国 say no 才会影响我们的前途，那是绝对可以把我们的危机解除的啦。那回来就是两岸怎么样整合哈，这是说来话长。就是说我总是认为欧洲的方案哈，因为我在欧盟服务过很长一段时间哈，我长期观察欧盟的啊，那种他们那种和解的方式哈，其实就确保一条路，就是说没有谁是输家，谁是赢家。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大陆的方案啊，只有原则没有细节，常常我就说你这个方案是没有用的。今天台湾的军人第一个就是说，统一以后我还有没有薪水啊，我还有没有工作啊。对，台湾的这个很多老百姓会说，统一以后你们共产党，我这个房子是不是还是我的，我遗产税怎么交啊。那这些问题都没有处理的话，人对未知的哈未来啊基本上都是拒绝的，未来只要是不明确大家都拒绝。所以欧洲人的整合基本上先把问题解清，讲清楚你的权利义务，在这个政权的一种上层建筑改变的时候，一般老百姓的权利义务哈有没有受损还是增加。如果是增加的话，就跟欧盟一样的话，老百姓都不反对。那将来的我认为就是说这些创造性思维哈都很需要由民间的角度来看。我最近听了黄介正兄哈一句话，我觉得他还是蛮有点创意的啊。他最近说啊，他说其实在未来的一年的时间哈，是两岸建构上层结构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两岸建构上层结构就是欧盟整合的机会。欧盟没有消灭现在欧洲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是它在两个主权国家上面建构了一个新的政治建筑。那这个就是欧盟在解决主权争议的最重要的。那我觉得黄介正代表国民党哈，起码我觉得他心里面还有一个构想。那这也是很多人在处理觉得两岸问题哈，我们不要给他搞成谁输谁赢。我们在台湾活了这么多年啊，我们也不愿意变成两岸的输家嘛，对，我们也不希望我们明确的未来变成一个不明确的未来。可是如果经过事先的明确的这种好协商的过程啊，我们认为没有人，我们不是输家，我们的权利义务是增加，而我们的权利增加，我们的义务没有增加的话，那我觉得两岸的共同未来才比较有可能。国际政治啊，事实上还有第三条路。你刚刚讲是战争，一个是就是架构了，啊，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国际政治的大交易，啊，比如说越战，美国想要体面撤出越南嘛，结果基辛格就跑去北京啊，希望北京介入。然后介入之后果然就触动了美国跟越南的和谈，那美国后来就离开越战。那这是交易了什么？交易了尼克森在第二任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那只是尼克森发生了水门案啊。所以我是要跟你说什么呢？那个时候基辛格就讲了一句话，说用台湾换越南好不好，这个叫政治交易了，啊，所以我说这种政治交易的剧本，坦白讲，这个只有中国人提出了，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东西的统一，西的没有输赢，西方超过很少，他今天还在赢。我知道，可是苏联帮了他打，啊，苏联撤军啊。所以让德国少了一个大麻烦啊！苏联在东德的军队那时候有将近20,000人呢，欸，他撤军啊，啊，因为这个部分啊，因为你刚刚讲到用钱处理啊，事实上很不幸啊，那个希拉蕊啊，希拉蕊他在当国务卿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助理提出这个方案，那个助理就是现在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啊，就是他，他要。讲到的数字跟你讲的也差不多，他说2兆美元的国债好不好？不过当然后来希拉蕊就说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留下历史记录的，那就是苏利文。好，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今天的 Q&A 是不是就到这边结束？好，那后面还有这个要请那个理事长颁证一下给我们三位的这个主讲人，我们是不是先准备留先合个影好了啊？来，主持人有幸能够跟那个主讲人一起合照一下。小礼物要致赠给我们的那个主讲人，来一个来，第一个是啊，好，介大使。
好，请介大使，那个摄影师准备一下。下一份，来，我们谢谢我们的正亮哥。要流量就找正亮。好，我们要谢谢最辛苦的正亮哥，还有铁板烧。收获非常谢谢今天大家的天气很冷那大家能够撑到六点钟不容易，相信大家今天收获很多台湾人的未来选择都在自己的手上。主播就定位，我们准备进现场。好，收到。怎么口气味道这么重啊？啊，忘记我刚刚吃了韭菜锅贴，等等还要面对来宾怎么办？啊，还好我有水神漱口水，水神漱口水及时救援，有效抑制异味。哇，刚刚的异味都消失了。导播，我准备好了。水神漱口水呢，成分单纯无添加，帮助口气清新，维持口腔健康，而且有国家品质标章的认证。
在你刷牙的时候、漱口的时候，都可以有效辅助清洁你牙缝间的死角。怎么买呢？中天快点购平台就可以买得到哦，而且是全通路独家贩售。记得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010，会有优惠哦。